一些事，一些情，一些好音乐。有什么得意成就？若是想听我，乐于跟你回眸。三眼是微秋，请观众快入座，即将进行这个演奏。追忆如共振，谁人没有遗憾？并未尽君可怜，换难过足口忍。十四座那座下，就快归隐。唱着最后余韵，数波波点算每颗星球。多么感激有幸置身这里望满天星宿，这段旅程人来人往，细数着头毛流走，听过几多落泪大笑欢呼拍手，似胶花的岁数永不停留，所得所失怎算起，转转心情人又照旧，叫街督下波滚下老友，有乜睇法唔法玩个够。喂喂，我唱着毛毛话聊聊，从未太闪耀，我再唱日日那、夜夜月博你一笑。那么到了我声线，亦折旧了我把这个使命破计 AI 了，数波波点算每火星那头，多么感激有幸置身这里望满天星宿，这段旅程人来人往，季节是岁月神偷，听过几多落泪大笑拍手，数一生的智慧与荒谬，所得所失怎说起，转转心情人又照旧，朝朝睇镜中这个老友，镜中的我和我是自由。其实这首歌呢是好听到我呢即是仲想播一次的。咁紧要咩是啊是啊，唔知点解我真係好鍾意呢首歌。吓哇欸佢自动喎，哇而家真係 AI 呀大佬。是啊，呢首歌真係真係好听到呢，我想真係播多次嘅真係啊。因为呢其实呢我细路仔嗰时呢就听尹光啦咁啊。嗯。我感觉呢就係、是、住我身边啊嗰啲即係唔三唔四嗰啲人听咁。住你身边你即係唔觉意听到嘅。是啊是啊，真係啊真係啊，唔三唔四嗰啲人先要听尹光㗎嘛。但哇而家呢真係唔同咯，真係啊咁啊。是啊，呢、這个 friend 话再播一次啊，啱啱嚟啊咁啊。嗯。是咁啊。好多 friend 话要播多次喎、啊，啊呢、這个 friend 话系肯定系今年紫砖金曲啦，唔系噶，一定、啊、一定我同你讲，如果嚟咩吓，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必定系有黑幕嘅，系咁啊 ，OK， 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广汽 Hyper 豪柏冠名广东宏远啦 ，Hugo 有冇关注豪柏 SSR 咧中国超跑啊？咁啊，我真系未、啊，你发嚟呢个留言咧，我先第一次咧系睇到呢个名嘅啫吓。呢、这个 friend 话两老啊，最近生意好惨淡啊，心情好差，心里边一直好迷茫啊。借你嘅金口，等我个铺头爆单啦、啊，日日都特别爆单咁啊。系啦，咁啊，人同此心咁啊，希望咧就系、是、所有啦、啊、我哋所有 friend 咧啲生意兴隆，爆单爆单咁啊。同时咧，我哋一些事一些情咧都爆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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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咁啊。系啦，冇错咁啊，喺我哋嘅直播平台，大家可以见到购物车啦、购物袋啦，点入去 ？OK。系啦，冇错啦，咁啊，大家咧。就嗱，首先咧就抖音啦，如果你睇紧抖音直播嘅 friend 咧，你点击屏幕下方呢个购物车啦吓。咁啊，我哋今晚咧就依然咧就会有呢个直播期间嘅满减活动嘅吓，满100就减20，满250咧就减50。啊之前咧个 friend 咧就话我成日讲期间系唔啱嘅，应该系期间咁样。
佢話呢個字咧係兩個音嘅，字嚇一個咧就係間咁啊，一個咧就間咁啊，係啦咁啊，係是但啦嚇，咁啊係啦，反正咧我哋直播期間咧嚇，我哋有呢個滿減活動嘅，滿一百就減二十，滿二百五十咧就減五十嚇，滿一百減二十，滿二百五十咧減五十，大家咧可以點嘅屏幕下方購物車啦，有我哋嘅黑色同埋白色嘅 Love Q Icon 嘅呢個圓領 T 恤啦，咁啊有一些事一些情嘅呢個夜炭牙膏三支裝。三支裝啊，三支牙膏嗱，見到未啊？三支咁樣的牙膏咧，就係四十八個八，四十八個八，三支啊，四十八個八，一些事一些情嘅椰炭潔齒牙膏，四十八個八，三支係嘛？仲有咧，一些事一些情咧，牙膏三支，牙刷刷咧都要三支噶嘛？係啦，我哋一些事一些情嘅牙刷咁啊，反咗咁樣先啫嘛。一些事一些情嘅牙刷三支裝係三十九個。八嘅系三十九个八嘅，打俾大家睇下啦。我相信大家都熟噶啦，因为我成日都挥舞住佢，系啊，攞喺手度玩下玩下噶嘛，系咪先？做人够牙刷啊嘛，系咪？用一些事一些情牙刷，刷刷系啦，冇错啦，一些事一些情嘅牙刷咧，今晚咧都系三支，就系三十九个八嘅咁啊。当然啦，咁啊有牙膏咧，有牙刷啦，咁啊点啊香水咧，系啦，点啊少咗我哋嘅香水咧，一些事一些情嘅撮香水啊，一些事一些情嘅撮香水，咁啊男士香水嚟嘅，一百五十八蚊。158元，咁大家記得有滿減嚇。仲有咧呢個富拉索蘆薈精華沐浴露嘅富拉索蘆薈精華沐浴露，咁啊，三支59.9，三支59.9，三支59.9，嗱，重要嘅事情咧講三次啊，59.9你有三支沐浴露啊，真係係咪先嚇？係嘛？好似阿志咁啊，特別啱噶啦嚇，係嘛？三個人一齊沖涼，每人咧有一支咁啊，三個一齊沖咩？有啲咁嘅沖涼方法啊？真系，你真系呢个唔系一种方法，呢个唔应该讲系一种冲凉方法，应该讲系一种啊，有啲咩新型方法？未试过你？未，未试过，未试过。系咪人太少啊？三个，唉，冇错啦，三支啊，三支沐浴露咧就59.9，59.9，三支，仲有我哋把遮啦，一些事一些情嘅小黑伞啦，咁啊好轻嘅，好。好轻啊！咁因为咧碳纤维做嘅，所以咧就好轻，相当轻，系啦，170克，轻过你部电话嘅，分分钟啊！咁所以咧，我哋呢把遮，一些事一些情嘅呢把遮咧，就系小黑伞，今晚咧就148元吓，记得仲有满减吓。咁其实满减咧就唔需要你自己点样操作嘅，你一点落去咧，148元咧，自己咧俾钱嗰时咧就直接减20啊嘛，因为咧满100减20嘅，咁148元咧直接减啲20啊，128元就128。蚊就系我哋呢把遮啦，咁啊，好喺抖音上边咧，大家去买到嘅呢啲所有嘅产品咧，就介绍俾大家啦，咁啊，当然啦，我知道咧有 friend 咧喺小程序上边咧睇我哋嘅直播嘅，咁啊。咁啊喺呢个小程序上边咧，咁我哋咧有奈斯力斯啦、牟尼浓缩片啦，系嘛？仲有我哋奈斯力斯嘅氨基丁酸复合片啦，咁啊呢个咧就系我哋奈斯力斯嘅氨基丁酸复合片嘅，令你嘅睡眠咧更加好嘅，提高你嘅睡眠质量啦，延长你嘅呢个深睡时间。我哋嘅奈斯力斯嘅呢、這个啊，咁啊仲有呢个牟尼浓缩片啦，唔使讲啦吓，师弟以前咧成日叫生蚝片噶嘛，生蚝片，师弟劲啊 ，Oster 啊嘛 ，Oster 生蚝片。咁啊，生蚝片咧有咩用呢？咁啊，对人体嘅呢个生殖系统啊、免疫系统同神经系统啊，好大嘅帮助嘅。咁啊，大家知道有咩用噶啦吓？反正咧，男士食咗之后咧就系同埋加油站，女士嘅美容院。哎呀，你真咁鬼死套路嘅你，我都唔听佢听翻嚟。系啦，咁啊呢啲咧喺我哋嘅小程序上边咧可以买到嘅。当然啦，有雅文一酒庄嘅啊，年份雅文一Brandy啦，有 SO 嘅咁啊。仲有咧，我哋年份嘅呢个1977年、1984年、1991年同埋1996年嘅，大家记住吓，1977、1984、1991同埋1996嘅，咁啊，咁喺直播间咧吓，喺小程序咧，直播间买雅文邑咧，直减50。即刻減50元嘅，所以咧大家咧如果話，我哋今晚咧想買呢個雅文邑嘅年份版地，咁啊嗱聲啦，嗱聲啦上我哋嘅小程序直播嚇，直播期間咧買雅文邑咧立減50元嘅，啊係啦，咁啊所以呢樣嘢咧嚇絕對優惠啊，係啊絕對優惠啊，所以真係唔係嘢少啊咁樣啊，好咁啊當然啦喺我哋嘅呢個小程序直播下邊咧點擊呢個下邊嘅購物袋啦，咁啊好多嘅嘢咧喺度等。
等緊大家嘅吓，系冇错啦。咁啊，呢个 friend 话：，诶，你哋啲红酒咧，红酒咧咁啊，系咯，葡萄酒，葡萄酒。咁啊，今晚咧，葡萄酒咧，暂时喺直播室入边咧就冇嘅，大家咧就可以上我哋官网啦，loveq@loveq 多先啦，我哋情商啊，系睇我哋后缀，后缀就我哋官网啦。后缀我哋官网啦，咁啊，系 loveq@loveq.com 嘅，系咁啊，呢个咧就系我哋充满感情嘅电子邮箱啦，咁啊，大家咧就可以上我哋一些事一些情嘅小程序啦，一些事一些情嘅订阅号啦，一些事一些情嘅网站啦，咁啊去睇嘅，咁啊，啊呢个 friend 喂 Hugo， 你嗰张胶布好抢镜啊，黐手指咯，呢个系嘛？你又偷偷用你个女嗰啲啊？系啊，冇错啦，啊呢样嘢唔单止你发现啦，佢都发现啦，咁啊系。话说咧，我今朝早咧就拆一个快递箱嘅时候咧，就自己咧就俾呢个拆快递箱嗰个铰剪啊，嗰个铰剪咧唔知点解咧就笃亲啊，咁啊，咁嗱声咧就诶即刻咧就揾止血贴啦，咁啊面包超人嘅呢个，你睇呢边几得意吓，系啊，咁啊可惜啊，我哋购物车冇呢个货，如果唔系咧即刻可以带啊，真系啊，即刻可以上链接，即刻可以上链接，咁咧就面包超人嘅呢个创可贴咧就啱好一拧转头啱好望到，哦，啊，咁啊可能咧就因为咧佢可能咧要带翻幼儿园摆落。书包度嘅，但系咧就冇摆到落去咯。咁啊，跟住咧我一见到，诶，梗系攞嚟用啦。咁啊，诶，出去咁大件事，而且个把铰剪系生锈噶。咁啊，所以咧我就喺度谂一件事啊。点啊？其实咧，有时啲仔女咧，真系可能会嫌我哋家长烦嘅。点解咁讲咧？吓，嗱，即系譬如呢把生锈嘅铰剪系笃亲我嘅女嘅手指头嘅时候，嗯，我会点做？咁你咪？我真係要帮佢 check 下喎。係啊，我就一定逼佢打破伤风针嘅。嗯。啊，因为把铰剪真係生锈嘛。我一定呢会逼佢打呢个破伤风嘅。嗯哼。但呢事实上如果我呢我就求其真係黐个止血贴啦算啦。就算啦。就算啦。唉。啊咁所以我哋系咪有时为小朋友即係做得太。考虑太多。会唔会考虑太多呢就係、是。系话过了系话。係啊。係啊係啊。都有可能。啊！睇下咩事啦，其實真係啊，睇下咩事啊，係啊係啊！但你即係小朋友好煩喎，無啦啦的你醫院咁啊，你知啦，而家入醫院啊，打個針啊，頭頭尾尾兩個鐘走唔甩㗎啦，咁就好煩喎。嗯，大人都煩嘅，其實。咁其實作為家長嚟講，就覺得冇做呢樣嘢咧，好似又冇盡責任喎。唉。唔知唔知系嘛？唔知以前咧，我细路仔嗰时咧整选啊咩咧，哇嗰啲 friend 全部有咩止血草啊嗰啲噶嘛，嗯系咯，即系喺街边定路边啊掹啊，即系以前咧我哋因为我住喺华工嗰度咧，系即系哇成个农村冇区别噶嘛，好乡村噶嘛，跟住咧系所有小朋友咧。都識中草藥嘅，好似係嘛？即係知道呢個攞嚟做乜，嗰、個攞嚟做乜？係啊，呢啲咧嗱大塊葉嘅呢啲咧叫做車前草，就唔知點嚟煲水飲咧，就唔知會點啊！我而家已經唔記得啦嚇，我啲中醫知識咧喺嗰時累積翻嚟，而家已經唔記得。嗰時已經有啦，嗰時有啦，太勁啦我真係啊！咁咧就係車前草咧，就唔知可以做咩噶嘛？可以咩清熱化痰啊，諸如此類噶嘛啊！咁咧就係止血草，止血草咧就塊葉咧上邊有啲有啲好似粉咁嘅嘢，小茸毛。小红毛咁啊，捽捽捽捽捽到起晒汁咧，就边度出血就搭落去咧，阵间就止血噶啦。佢叫止血草咁啊，仲有好多类似啲咁嘅嘢噶嘛。啊，细路仔就知噶嘛，系嘛？系啊，而家反而咩都唔知啦。系啊，而家你真系啊，真系呢个 friend 话尿道感染可以用啊，车前草。你嘅知识真系丰富，即系我细路仔嗰时尿道方面可能冇遇到啲咁嘅问题啦。咁啊，系呢个 friend 话真系车前草咧系清热利尿噶。哦，啊，犀利喎！啊，呢个 friend 今日喺南华寺拜神希望可以中一千万嘅话，系中中中啊！系呢个 friend 咧车前草啊。煲猪小肚啊，咁医咩噶？医咩噶？吓，但啖汤嘅啫系嘛，唔一定要医咩？唔系一定有噶，因为有啲功效系嘛，有啲药效嘅定有啲功效噶。呢个 friend 话啱啱掹完智慧牙，成个人咧都唔舒服啊，身体快啲好翻啦。女朋友又成日对我发脾气，受唔住啊，要唔要分开好啊？咁样嗱，其实咧我觉得系咁样嘅。如果你见到你女朋友咧唔开心多啲嘅，咁啊佢又见到你系唔开心多啲啊，咁两个唔开心，两个人见到对方即系两情唔相悦系嘛？你真系呢个总结呢个两情相悦呢四个字真系用得好啊！即系话系咯，
咁你兩情相悅，咁你唔相悅嘅話，你見人做乜鬼啫？係咪先啊？不如就由佢啦。或者換一換都得嘅，等佢牙好翻先。換一換嘅意思啊？唔係，換一換。唉，唔係佢而家牙合咩啊嘛？掹咗智慧牙啊嘛。啊，即係好翻先。但係佢女朋友對佢唔好，成日發脾氣，唔係因為佢嘅智慧牙啊嘛，係先？冇一個女朋友，哇！你掹咗智慧牙你，我就對你發脾氣，唔會噶嘛，係咪先？啊，咁啊，真係。啊，咁所以咧呢样嘢咧，真系我觉得咧，两个人见面啦，最基本就算唔会话即系哇，一见到你眼望眼啊，咁啊，啊，即系好呢个浓情蜜意啊，咁啊，就算唔系咁样都好啦，咁最少咧，唔好话两个见到咧，即系你争佢，佢争你，咁啊，咪几好啦，系咪先？嗯，阿妹嘅话，喂 ，Hugo， 我去睇咗大师赛啊，嗯，哦，咁啊，系咯。咁啊，開心啦嚇，係啦，咁啊，我仔咧之前咧，我都跟個仔咧四號啦，就嗰日啱啱係第一日開賽就已經睇咗啦，咁啊，都睇咗我以前一個好中意嘅呢個網球選手嘅瑞士嘅華連卡，嗯，華連卡我識啦，第一場輸咗咯，喺我面前輸啊，第一場就淘汰咗，哎呀！唉，咁啊 ，OK， 咁啊，呢个 friend 话镜头好震啊，睇到我唔舒服啊，哇，喺，喂，我哋嘅镜头都唔算震噶啦，如果有两个人喺度发嚟发去，咪仲震系咪先啊？而家咁样震咧，系其实系可能抖音嘅效果嚟噶，佢有个抖字啊，佢个抖字啊嘛，系咪抖音唔震点得啊？震唔震？震唔震？震唔震？几震？呢个 friend 话有冇月饼啊？有嘅，有嘅，有嘅，咁啊，系啦，咁啊，大家咧可以上我哋商城咧继续购买我哋一些事一些情嘅月饼嘅，咁啊，未过期噶，未过期噶。咁啊，系啦，咁啊，月饼咧，其实边个规定系呢个一定系中秋节食嘅咧？系咪先？中秋节你谂下三个字里边一个月字都冇啊，系咪先啊？咁啊，月饼咧就每年每个月都可以食嘅饼啊，知唔知啊？啊，每年每月都可以食嘅，所以叫月饼啊。系冇错啦，而且咧每日都会食，你谂啊，系咪先啊？啊，咁有咩唔啱咧？系咪中意食月饼嘅 friend 咧？嗱一声啦啊！咁啊，就算自己唔系太中意食月饼，都可以介绍咧你啲 friend 嚟我哋一些事一些情咧，想俾买月饼食嘅。啊，呢个 friend 咧求。话开金口求脱单，佢话咧肇庆人啊，有冇肇庆嘅 friend 啊？实有啦，实有啦，大把，实有咯，系啦。咁啊，呢个 friend 嘅名叫唔好发烂渣咁啊。哦，系啦，肇庆 friend 识下佢啊。系咁啊，呢个 friend 有冇索？有冇索？月底有啦，月底有啦，全新嘅索咧，月底推出啦。咁啊，呢个 friend 话月饼可唔可以咧留翻端午节食噶？咁啊，因为我哋嘅月饼咧而家未过保质期嘅，我记得咧保质期唔知系十二月定几月份嘅，咁啊应该咧就挨唔到佢出年嘅呢个端午噶啦。咁啊，如果大家真系中意食嘅话，咁出年端午之前我再出一批月饼咯，好冇？啊，你系 friend， 哇，四号居然唔做节目，四号我家姐啊，房姐结婚啊，快啲祝佢新婚快乐啦！家姐都系骨灰级嘅 friend 嚟噶，哦，吓，房姐新婚快乐，新婚快乐，哎呀，系点？我哋有个 friend 啊，好似姓何何生啊，我帮佢录一个新婚喺婚宴上面播嘅呢个声带，嗯，我仲未录，系嘛？系啊，不过唔紧要，结咗未啊？未结，哦，未，好啲，唔收到啊啲声带，点会结啊？一路等住啊，一路等。喂，呢、這个比较开心啊，小离子，佢作为咧双黄百年用嘅业余爱好者，我咧汇报下中秋嘅战绩啊，好，一次盲盒两个双白，两、次盲盒又两个双白，哇，第三次盲盒三个双白，哇，系，我俾你中晒啊，喂，俾你中晒，怪唔知其他冇啦，犀利喎你，怪唔知啲藤椒牛肉俾人攞晒啦，一早就冇晒啦 ，O K， 真系，可以，喂，讲开呢样嘢咧，真系阿志，真系，我觉得。你睇下點樣對我哋啲 friend 有個交代啊！特別咧，嗱，而家睇緊我哋直播嘅 friend 咧，有冇啲即係二陽啊、三陽啊嗰啲 friend 啊？點？你可以咧向阿志索償。索償？嗯，邊個同意啊？因為我同意啊！嗱，我講個道理出嚟，大家覺得我講得有冇道理先講，好嘛？嗱，你睇下。嗱，我身邊個朋友咧，咁啊有二陽噶啦，咁啊，咁啊我哋前兩日食飯咧，我哋有個 friend 啊三陽啦，係陽咗第三次啦，咁啊係咪先啊？咁我覺得，喂，大佬，人均 quota 可能係一陽，係咪先？咁點解有啲人二陽，有啲點解人三陽咧？就是、因為你。哦，即系阿志你哦，点啊？你一次都冇用，我冇用我 quota， 系啦，你嘅 quota 咧就射博射咗俾其他 friend， 我冇用我 quota， 唔代表其他 friend 攞咗我 quota 啊。咁啊，所以我觉得二阳三阳嗰啲咧，真系可以问嗰啲你身边嗰啲咧未曾阳过嗰啲人咧索偿嘅，真系啊，真系离晒谱，咁赖得我啊？哇，唔赖你，赖边个？你真系呢啲咪弊啊？呢啲咪讲赖啊？欲加之罪系嘛啦？呢啲啊根本就系咁样，你知唔知啊？诶，我啲小红书咧，终于有一。搵嚟睇咯，真系啊！咁紧要好啊，多谢你啊！
佢點樣拆到我哋嘅咧？真係神奇啦！我哋小紅書冇粉絲喎，零粉絲喎，都竟然有人嚟睇我，犀利喎！哇，需唔需要連線啊？佢又為矜貴啊，真係啊！好，小螺絲博格咧就講啦，張之臻咧再次咧繼續創造歷史，首位喺上海大師賽咧闖入16强嘅中國人，哦，犀利噃！係咁啊，好咁啊，當然啦，我希望咧可以入8强、入4强，卒之攞冠軍啦，咁啊，呢個 friend 話40年冇聽一些事一些情啦，咁啊，40年咁誇張，咁啊，40年之後嘅回歸，咁啊，歡迎你啊，歡迎你，咁啊，呢個 friend 話一路睇。呢、这個有鹽嘅呢個片，跟住咧一路咧就係睇你直播喎，誒咁都得啊你啊，係嘛？哦可以喎、啊，哇！你係非常相得，喂小區入邊咧對面棟樓有個女仔成日做運動，係好自律啊、嗯！我想識佢加佢微信，有咩偈仔咧？啊！咁你一齊運動得唔得啊？嗱，我首先咧，佢成日做運動，即係佢運動咧喺你個呢個觸目所及啦，見得到啦，咁啊，咁、一齊做運動咧，當然就可以即係大家拉近呢個距離啦，冇問題嘅，冇問題嘅、你直接上去加佢咧，你諗下一個女仔咁自律又唔做運動係咩？肯定冇男朋友啦，一到唔係又自律又一到一到一做運動，係啦，咁肯定冇男朋友呢、這個時候係咪先？我相信咧，任何男仔女仔咧單身嘅都需要愛情嘅，知唔知啊？係咯，即係所以呢樣嘢嚇，唔使緊張係嘛，識佢係嘛，係啦，冇錯啦，咁啊，好呢、這個 friend 話咩話？阿志，你認咗佢啦，即係大家向你追數，你認咗佢啊？呢個 friend 多年經驗得出啊，阿志每年咧只會聲沙，其他病毒都唔關阿志事，只會啞一次啊嘛，人生總會啞一次。唉，咁啊 ，OK， 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一齐做运动，冇错啦，冇错啦。你话我嚟啦，我嚟啦，我竟然生咗4个智齿，而家最尾一只咧仲贵妃糖咁样只打横嚟啊！哇，发炎啦，又痛又聋掹啦，嗱声处理咗佢先。即系掹啦，打横嗰、那个系啊，打横嚟即刻要处理佢啦。唉，唔可以噶嘛，做人唔可以打横行噶嘛。Ladies and gentlemen。而家等我为大家介绍牛肉丸中嘅顶流强佬牛肉丸，真材实料，啖啖肉弹到飞起啊！哎呀，哟，飞咗月球添？点解咁弹？因为淀粉比例少过1%，一啖咬落去，满满嘅肉香充满你成个口腔啊！无论点整都咁好食。一些事一些情强佬牛肉丸。好咁啊呢个 friend 呢就如何面对一个情绪唔稳定嘅女朋友。有时候呢仲会攞死字呢嚟挂喺嘴边啊。嗱嗱声走啦嗱嗱声走呢你做啲渣男应该做嘅嘢啦。係咪先係咪係啊即係讲啊渣男通常做咩啊渣男通常佢咪就係咩啦见异思迁。啱啊你真係成语方面呢真係尤为出色㗎你。即係喂係咪讲緊我喺阳台做緊滑船机喎咁样。哇呢咩叫文文。咁咪估计讲緊你呀文文。讲緊你呀就讲緊你呀你快啲say hi 啦快啲同人加个微信。对住夜妈妈同边个 say hi 呢整出个二维码出嚟。系嗱，讲翻啦，嗰个如果你女朋友一日到黑情绪唔好啊，仲一日到黑咧，就即系觅死觅活咁啊，寻死觅活咁咧，我觉得你梗系嗱嗱声离开佢啦，系咪先？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系咪先啊？喂，万一咧佢真系有啲咩三长裤短，系咪先？咁你会唔会内疚一世？呢樣嘢啊，另計啦，係咪先？佢屋企人會唔會找你晦氣？呢樣嘢即係現實問題啊嘛！唔好啦，唔好啦，千祈唔好。你聽下，女人情緒唔穩定真係好可怕㗎，唔係啦，唔好啊，唔好啊，咁啊，咁啊，會唔會咧？即係玩阿志，好似你教嗰招啦，見異思遷啦啊，咁啊，我教啫，我話啲渣男係咁樣樣。哦，係咯，咁你教佢渣男嘅行為見異思遷咯，即係會唔會咧見異思遷呢啲咁嘅嘢咧，會更加刺激呢個女仔？哦，即係令到佢情緒更加係啊！唔通个女仔本身情绪唔稳定，一见个男朋友见异思迁，诶，我稳定翻，早就想踢走佢。咁会因为可能个男朋友成日笃眼笃鼻咯，啊，系嘛，咁咪情绪唔稳定咯，啊，咁消失咗咁咪好咯，会唔会咁咧？哦，原来消失的他就咁样嚟嘅，系啊，系啊，所以咁样可能会好噶。嗯，我觉得呢真係讲清楚分手会好啲、即係哎呀其实呢一日到黑你见到我呢都唔开心嘅咁啊咁我哋一齐呢既然令到你唔开心我哋不如分手啦咁样。
啊，试下明讲一次先。嗯，啊，明讲一次先。咁有时咧，你真系出嚟行有交代噶嘛？系啦，即系毕竟啊，相恋过系嘛？系咁啊！啊，呢个 friend 话嗰个女仔喺自己屋企入边做运动啊，唔系响楼下做啊。哦，咁啊，咁咪你睇有冇办法可以卜到佢咯？即系喺楼下，你可唔可以认得出啊？即系嗱，佢即系着晒瑜伽裤啊，咁啊，即系着晒。正常嘅衫褲你可唔可以認得出佢啊？嗯，啊，如果認得出嘅話，誒、欸，原來你又中意做運動個喎咁啊！你點知噶？我偷偷地喺屋企落個望遠鏡望你啊！咁都得，咁都得，冇嚇親人啊！你真係～你话睇睇个样，我知你中意做运动。嗱，渣你啊！嗱，呢啲就系呢啲咪渣男啦，渣男呢啲咪渣男讲嘢，真系全部有套路噶。我就系为咗引你呢句出嚟，真系啊！你俾人太远啊，睇唔到个样喎。哦，咁啊，真系要攞望远镜。真系冇计啊！要攞望远镜。喂，真系啊！你真系喺楼下，你哎呀睇你个样，哎，好似都中意做运动喎、啊。我都如果你又真系中意做运动，你又话你自己中意啲做啲咩运动啦、啊。如果你系唔中意做运动啊，你又话哎，我最近咧又想做翻运动啦、啊，咁啊。其实咧识女仔咧唔需要讲咁多咩做中意做运动唔中意做运动，你直接咧就哎可唔可以加个微信啊？咁啊已经得噶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已经得噶啦。即系关键你要 book 到佢先。呢、這个 friend 教人啊，用手机嘅相机功能啊，嗰、那个招佢啊，啊攞个长招，系咁啊，犀利喎，嗯，系咁啊，呢个 friend 话真系阿志几多岁唔紧要，几多岁都沟到女，咩乱七八糟，系咁啊，呢个 friend 话喂，可能佢喺屋企咧直播做运动啊，多啲刷视频啦，咁啊，嗯。啊，呢个 friend 咧，双低球今年嘅中级经济师考试咧。一於個唔讀都靚，多謝曬咁啊！係啦，心想事成，嚇、啊、過關係嘛？唉、嗯，冇錯啦，咁啊，呢、這個 friend 話：哇，喺屋企你都見得到喎，你都幾近㗎喎，哇，個個都喺度研究緊啊！嗯哼，喂、嗯，係咁啊！啊，呢、這個 friend 係被人中求祝福哦 ，OK， 恭喜恭喜啊！係呢、這個 friend 話：哇，呢、這個呢幅酒足飯飽咧，真係有神運噶！你睇下酒字下邊啊，有條小尾巴，哇，寓意咧酒多到死咗。出嚟啊！哇，嗱，真系有识货之人噶、啊，咁样样系啊！喂、啊，有 friend 问啊，台面摆呢支板底几多钱、啊？呢支板底上小黄车睇一睇啊！小黄车好似冇噶，啊，小黄车冇噶，上我哋官网睇啊！几百蚊嘅啦，平到不得了，平到不得了！一支 SO 几百蚊，仲要系咧，真喺呢个橡木桶里边咧，放咗十年嘅呢、這个冇沟其他嘢，冇勾兑嘅白兰地啊！哇，真系抵啊，真系抵！同埋大家咧，我相信好多 friend 都会好似我一样啦，只要你饮过呢个雅文邑嘅白兰地咧，其实你基本上咧，你再饮其他嘅呢个白兰地咧，你就会发现咧，其中咧，嗱，我冇话边个好边个唔好啊，即系啊，就系咁讲嘅啫吓。反正以我自己嚟讲咧，你只要饮。咁講呢個亞文邑嘅白蘭地咧，你會對其他地方嘅呢個白蘭地咧，你會開始咧就冇咁中意噶啦，啊，真係噶，真係噶，睇清楚，睇清楚，睇清楚，一些事一些情啊，係、嗯，啊，你係 friend 阿姨，但我中意飲白酒，你勁啊，冇問題啊，冇問題啊，咩、酒都可以試啊，可以增加自己嘅呢個飲酒嘅呢個範疇嘅，我覺得做人最緊要咧就係增加啲自己嘅見識啊嘛，啊，嗯、其實咧高度又重要，但係寬廣度都重要噶嘛，呢、這個 friend 話支酒咧反射到 Hugo 個樣喎，係咪好靚仔咧？咁啊，呢、這個 friend 話乾邑咧，嗱，其實咧法國咧得兩個法定嘅白蘭地產區嘅，一個咧叫乾邑，另外一個咧就係呢支雅文邑咁啊，呢兩個咧都係法定嘅呢個白蘭地產區咁啊，咁啊兩個地方嘅產嘅酒咧係唔同嘅，乾邑咧就係商業上邊咧係非常之成功嘅、嗯，非常之成功呢樣嘢，大家都知啦，咁啊幾大品牌嚇，咁啊軒尼斯啊、藍帶啊、人頭馬啊咁啊，呢都係非常之大嘅品牌嘅，產量係非常之高，咁咧而亞文邑地區嘅酒咧，佢本身咧產量比較低啦，同埋咧佢哋喺商業推廣方面咧，其實佢哋好似唔係好上心咁樣、嗯，比較低調。係啊，即係全中國得我最上心幫佢推，我自己自我感覺啊。咁啊，所以咧佢哋本身咧，因為佢哋好俾心機，將好多心機擺咗落做酒度咯、嗯，啊，擺喺度做酒度，所以咧我個人嚟講咧，我係比較中意咧亞文邑嘅呢個白蘭地嘅，大家
咧，如果係睇緊我哋一些事一些情嘅小程序嘅直播話咧，今晚咧就有呢個年份嘅呢個白蘭地嘅，咁啊有1977年、1984年、1991年、1996年嘅，咁啊，而且咧今晚直播期間咧買呢個亞文邑嘅年份白蘭地咧，嚇冇話買年份白蘭地啦，所有嘅白蘭地啦，包括 SO 白蘭地咧，都會立減50蚊嘅，咁啊，嗯啊，所以呢樣嘢咧直播期間係優惠嚟嘅，唉冇錯啦，咁啊好啦，有 friend 問我哋本書點喎又出誒研究緊研究緊嚇，係嚇，創作中創作中，係冇錯啦，咁啊創作中創作中，多謝大家支持，咁啊係咁啊，誒我哋呢個小紅書又有第二個人嚟咯，Iris 喎，女仔嚟嘅喎，OK OK，阿Lam啊呢個 friend 我想買你哋本書 OK 嚇，OK 稍等稍等，好即刻有啦即刻有噶啦嚇，好咁啊呢個 friend 話。個飽字咧就更加犀利啦，包字咧豐滿至極啊！嗯，即係係嘛，係要拎開呢個先，大家睇到啊個包字啊，真係啊，係啊，即係好飽嗰種感覺出咗嚟係嘛，冇辦法，書法家就係書法家，咁嘅咩？唉，呢个 friend 话有冇 friend 成日睇五月天演唱会啊？哇，讲五月天咧，呢个张学友演唱会，我仲未帮 friend 揾到飞啊，系嘛？你仲揾紧噶？诶，哥，诶，哥，咪听见你已经好似有啲消息啦咩？我唔系，我系揾完价，我唔肯俾啲黄牛赚钱啊嘛，系嘛？系啊，坚决唔俾佢赚，系啊，点可以俾啲 yellow cow 系嘛？系啊，你真系甚嚣尘上系嘛？嗯，啊，真系。抵制佢哋系啊，关键咧嗱，你知唔知咧？人情世故啲嘢咧，有时候好衰嘅。即系我话、嗯、喂买唔到原价，咁我唔帮你买啊，买唔到好地地。如果我诶、哎、买唔到原价，喂嗱，有人咧话加2000蚊，你要唔要啊？咁其实有时即系你难免人哋唔会谂，喂系咪 Hugo？ 系咪你喺中间加？系啊，可能你加1000，你加2000，加、哦、再加多1000啊，卒之变咗2000啊咁样。即系有时你有啲水洗唔清嘅嘢，系嘛？咁你不如就呢個咩啦，算啦，乾脆就算了。係啊，張學友演唱會有乜唔好睇啫？係咪先啊？買唔到你詆毀人哋，幾衰啊！唉，呢個 friend 話，呢個 friend 哎呀，我3000蚊將五月天大出血啊，咁樣有錢啊嘛，你點同咧？啊，開心就得啦嚇。唉，有錢啊嘛，咁啊，好咁啊，繼續咧小，小紅書咩任務激勵。流量生效中，累計曝光110次，110萬次啦，不如咪就係咯，唉 ，OK OK， 咁啊，呢、這個 friend 話點解 Hugo 你唔直接揾張學友嘅咧？我身為一個辦法嘛，唉，呢、這個 friend 話學友最近幾場都好多空位啊，我估到係咁咧。系啊，这样子系嘛？系啊，大奶牛咧就问啦，边个字啊 ？Hugo 呢、這个呢、這个见唔见啦？嗰、个红色章上边呢个字就系 Hugo， 好多人以为 Hugo 英文嘅，其实是中文嚟嘅吓。嗯啊，系啦，就呢个 friend 喺台上两支小胖瓶。小胖瓶是什么？是这两个吗？莱士力斯啊，莱士力斯啊嘛，呢、這个呢就系令到你可以提高睡眠质量嘅莱士力斯嘅氨基丁酸复合片咁啊，另外一支呢就系令到你提高能力嘅男士啊提高你嘅能力嘅呢、這个呢就叫做牟利浓缩片啦，咁啊成日都跟咗师弟讲生蚝片生蚝片啊，系啦，咁啊呢两间嘢呢都喺我哋嘅一些事一些情嘅微信小程序直播里面呢可以买到嘅。咁啊，系咁啊，诶，对避孕有冇用噶？咁啊，避孕文，避孕你梗系冇用啦。哦，准备嘅避、啊，准备嘅避、啊，准备嘅避，系，梗系有用啦，梗系有用啦，劲啊嘛。嗯，是是啊，呢个 friend 话难得今晚小朋友9点半前咧就做晒啲功课，可以听直播咁啊。嗯，系啦，我清闲下啦。系咁啊，好咁啊，呢个 friend 咧食咗会唔会成个男人翻晒嚟噶？咁啊，就算唔会成个男人，即系睇你本身争咗几个男人啦，翻咗好多揾你啊。如果你睇你争几多咯，系咪先？你话冇嘅，身边一个男人都冇嘅，当食咗呢个变咗一个男人就好难啦。咁啊，翻晒嚟，翻晒嚟啊！喂，呢、這个 friend 问啊，阿志你国庆节过程点啊？唔系好正式咁放咗个假咯，系啊，真系。嚟嚟嚟嚟，识咗几多个女仔？关咩识女仔事啫？唔系，即系问下啫。啲国庆假期又识咗几多个陌生女仔？冇啊，冇识啊，都系同翻嗰啲熟嘅玩啊。我国庆假期都系喺屋企多。
哦，就梗系啦，你一直工喺屋企咩？你估？系啊，我屋企睇电视。大家，其实我真系拜托大家，请求大家点咧？以后呢啲嘢唔好问阿志啦，好唔好啊？佢啲咩答案一啲诚意都冇嘅。我真系喺屋企睇电视啊！唔系嗱，我呢句说话里边咧，我相呢句说话系真嘅，我相信系嗱，就系第一喺屋企，第二电视有开，啊，第三。你呢就可能得閒冇事做呢，間隔嘅時間瞄兩眼所謂睇。係咪先咁喎。係啊。咁最多係呢三樣係真嘅，我冇否認到。係啊。咁但你唔肯講。係啊，你唔肯講嗰啲係真㗎嘛。係。唔問你啊。咁最近有咩新聞啦、啊、你一日到一睇電視啦。睇電視係追劇㗎嘛。你追咩劇啊？睇新聞㗎咩？你追咩劇啊？啊，我呢輪睇緊咩啊？左左左。唔係左左左。睇緊㗎。長風道。你听你未听过咧？呢啲咁嘅剧你都睇嘅？我无啦啦，我从十几集去睇，诶，我好似都 OK， 我就睇。前头冇睇，即系啲服装比较熟悉，都系古代。我十几集我要睇，好搞笑啊！真系边个做噶？男主角、女主角叫咩名啊？男主角叫系嘛？叫白白金田啊，好似系啊。啊，女叫咩名唔记得咗啦。啊，系啊系啊。一般都唔睇演员表啊，快进。一般都唔睇女演员。唔系演员表啊，快进噶嘛，系咁噶嘛，诶、哎、真系啊。我唔知系咪喎，大家、啊、大家即系呢个，大家如果系讲大话，督穿佢啊，快啲啊。嗱、嗯，啲 friend 话系啊，嗱真系啊。摆正田个松衣喎。系啊，啲 friend 诶写咗松田。诶嗰个系咪系咪嗰个字？应该车字边噶嘛，嗰个读咩普通话？系咪衣啊？跌咯，系嘛？啊。好、嗯、好似系啩？呢、啊這个 friend 话 Hugo 你错啦，我哋睇嘅古装片，阿志睇嘅青春片啊，系啊系啊系啊，哎呀好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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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系佢成个青春翻晒嚟啊，真系！Ladies and gentlemen， 而家等我为大家介绍牛肉丸中嘅顶流强佬牛肉丸，真材实料，啖啖肉弹到飞起啊！哎呀，哟！飞咗月球添，点解咁弹？因为淀粉比例少过百分之一，一啖咬落去，满满嘅肉香充满你成个口腔啊！无论点整都咁好食，一些事一些情，强佬牛肉丸。嗱，睇下呢个阿珊珊点讲嘅，系黄生，多谢你出现，令我感到人生值得。希望我哋可以一直平稳而幸福咁相爱落去，余生多指教啦，爱你的珊珊噶嘛。哦，王生，你听到系咪好感动啊？感动，感动，感动，系咪对你讲嘅？其实根本系晒恩爱啦，系嘛？珊珊同阿黄生对我讲，唉，呢个 friend 话居然咧识咗 Hugo 同阿志17年啦，系啊，蔡系啊，哦，真系读蝶啊，蝶序，系蝶序嘅蝶啊嘛，同音啊，系宋。字啊咁就系秩序嘛，秩序啊嘛 ，OK OK， 系系咯系咯，啊唔系送田，送田，送咩唔好送旧铁，系人哋送金送银咧，送田啊，系喂有三个人睇紧我哋小红书啦，真系啊，系啊，劲啊劲啊，唉咁啊，呢个 friend 话小黄车点解咁少嘢啊，咁啊，哇仲少，多时又话多。少嘅時候話少，都多㗎啦，都多㗎啦。今晚呢我哋主要係買一啲嘅日用品啦，同埋一啲嘅個人護理用品啦，同埋啲衫啦咁樣啊。呢、這個 friend 話：，要做作業啦，加油加油，快啲做完作業，成功簽約。哦，好，一定成功。好咁啊，呢、這個 friend 話發錯聲啊，咦係第四聲啊，咦咦咪啱咯。啊，邊有講錯啊？咦啊嘛，係啊，誒咦咦係嘛？秩序嘅秩，普通话读依咩？唔系秩序的秩吗？不咯，不是，我唔识就由是可啫、啊。连我都唔识系嘛？系啊，一定系好难，一定好难。喂，呢个 friend 问星座啊 ，Hugo 芝芝晚上好，金牛女加巨蟹男彼此有好感，然后现在即系点？现在咪好 OK 啦吓？嗯啊金牛女同巨蟹男得唔得？哎，你巨蟹男啊？我巨蟹男啊！啊，金牛女得唔得？
金毛女得，点解唔得？金毛女几好噶，系嘛？系啊，金毛女只要你顺住个脾气啦，只要咧你佢哋你孤寒，你冇乜意见啦，其实金毛女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呢个女生嚟噶，系啊，系啦，咁啊继续好啊，好落去啦，系冇错啦，咁啊，哦，呢个 friend 话送医嘅医同埋秩序嘅秩唔系同一个字嚟噶。啊！秩序嘅秩咧，和字边噶，系啊，佢系车字边噶嘛。死咯！但我以为佢系同音字啊。喂，人哋话咧，初中毕业咧，系喺呢个抖音里边咧最吃得开嘅嗬，系嘛？系啊。哦，咁啦。其实我哋呢啲字都唔识嗰啲，会唔会其实都会唔会都有机会吃得开啊？你觉得呢会嘅会嘅会嘅。突然间对前途充满咗希望啊。呢个 friend 话甩咗好多页嘅百科全书啊。唉。係啦係啦。真係。好咁啊呢个 friend 问我啦满天星啊佢 Hugo, 你个女自然挛呢系遗传你啊定你太太系遗传我嘅。我头发长咗呢就会有少少自然挛嘅。咁但係呢我女好似挛得紧要啲不过长。啊我未试过好似佢留咁长啊嘛。係啦。嗯，呢个 friend 哎呀，小程序有冇得满减啊？咁啊，小程序冇满减，但系咧小程序咧系买呢个雅文邑嘅呢个酒咧就立减50蚊嘅。嗯，系啦，咁啊，同埋咧强佬有满减喺小程序上面强佬有满减嘅，满100减10蚊，满150咧就减30，满350咧就直接减130，有冇写错啊？喂，有冇写错啊，大佬？满100减10。系嘛，即系10%啦，系系嘛，满150减30，即系已经去到20%噶啦，系啊，满350减130，即系去到几多啊？30%有哇，真系系啊，争啲30%，哇，真系你班人真系呢啲咁嘅定价，即系完全上公司执笠嘅咁啊，系啊，咁啊，强佬咧有满减嘅自由组合活动啊，大家咧喺呢个小程序直播上边买咧就 OK 噶啦。嗯，唉，冇晒心机添，一阵有冇计错数啊？Ladies and gentlemen， 而家等我为大家介绍牛肉丸中嘅顶流强佬牛肉丸，真材实料，啖啖肉弹到飞起啊！哎呀，哟，飞咗月球添？点解咁弹？因为淀粉比例少过1%，一啖咬落去，满满嘅肉香充满你成个口腔啊！无论点整都咁好食，一些事一些情，强佬牛肉丸。唉，呢个小李子话上海玩水嘅小女孩仲未曾揾到，作为一个4岁嘅女儿奴啊，表示好心塞。相信 Hugo 亦有同感，咩事啊？佢系咪唔？我完全唔知有啲咩上海系咪有唔见咗个小朋友嘛？咁而家咁样睇我就完全揾仲未揾翻嘛？应该话哎哟，喺咩系咩时候发生嘅事啊？系咪呢两日啊？我都系睇题目，我冇点入去睇，因为我觉得呢啲都系好似睇身会好唔舒服啊，所以我就冇点开去睇。你嘅中意睇啲扭嚟扭去嗰啲好舒服嗰啲。扭嚟扭去就好舒服啊！你肯定觉得嗰啲舒服多啲啊！你个人你真系有乜有啊？我真系我就唔知你，所以我就冇点入去睇，就见到个题目啫咁样。哎呦哎呦！琴日嘅事啊，呢个 friend 前两日咯咁啊。哦，嗯，啊呢个 friend 之前咧听回放都唔知邮箱地址豪华版系咩样嘅，哇，原来真系好豪华喎！咁样啊，识动起身噶，系啊系啊系啊！你乜以为啊？真系，系啊。唉，一柱擎天咁啊，可以嗱，系嘛，系嘛，劲唔劲啊？哎呀，系嘛，犀利，劲咧！哎呀，四号嘅事情啊，四号嘅事情就啊，10月4号俾海浪冲走咗，哎呀，阴公咯！呢个 friend 话爸爸去攞手机，俾个女咧独自留喺海滩，哎呀，就唔见咗。哎呀，呢个 friend 啊更加详细啲啦。佢话父亲咧摆个女喺海边20几分钟，跟住去咗攞手机咁样，翻到嚟就失踪咗啦。喂，4岁你抱下佢有几重啊？哎呀，真系啊！哇，我会唔会？其实咧呢件事如果不幸中嘅万幸，应该系唔系俾海水冲走咗？哦，俾人抱走咗，可能仲即系呢件事嘅系嘛？会。即系作为家长嚟讲，有呢个期望、即系希望会有奇迹咁啊！
即係唔係希望有奇蹟啊？即係嗱，呢個時候你情願佢俾海浪沖走咗，定係情願俾拐子佬抱走咗？係咪先？呢個時候就希望，哎呀，點解冇拐子佬啊？啊，你係咩啊？我落單買件 T， 你升級一下個 email 牌好嘛？你買兩件，買兩件，咁樣都咁樣講價都少有啊！你买两件，买两件，即刻升级，即刻升级啊！嗯，啊呢个 friend 好开心啦 ，Hugo 话：智叔，我今日同老公登记结婚啦，祈祷婚姻幸福快乐，顺顺利利，早生贵子。哎，好嘢，个闺女 ，OK， 五恩啊，恭喜恭喜恭喜晒，恭喜晒！呢个 friend 问啊 ，Hugo 吓，几时可以忘记一个冇可能嘅女人咧？咁啊，你明知冇可能啦，你咪挂喺个心度，有乜所谓啫？嗯，调转翻嚟谂系咪先？摆明冇可能，摆明冇可能噶啦，咁啊，得闲攞嚟谂下几过瘾啊，系咪先？反正佢放喺边都冇所谓啦，系啊，可能。哎呀，呢个 friend 话监控见到啊，仲讲紧啊，哦。嚟啊，睇埋佢啦！即系我，因为我完全唔知呢件事啊嘛。监控睇到咗细路女咧，原地等候十分钟之后咧，向水边行过去啊，喺水边跌倒之后咧，就消失喺海浪中啊！死咯，死咯！呢个老豆系啦系啦。唉，不过冇讲啦，我相信。即系唔系呢啲咪大头虾咧？成日都有嘅，即系唔知道又赖低个小朋友喺车度啊嗰啲咧，又将佢锁住嗰部车。系啊，系啊，即系呢啲咧，我真系唉，或者咁谂啦，或者我哋谂开啲啦，系呢个小朋友同佢父母系冇缘分咯，系咯，系嘛，即系冇缘分，大家喺埋一齐咁样，只系个擦身而过，打个照面，跟住又重新离开啦，咁样，即系咁样理解，可能会舒服啲咯，会唔会？系咯，啊，呢位 friend 我啱啱俾交警查，好彩冇超载咁样，哦 ，OK，啊，小心小心啊，我安全第一，系咯，咁啊，好，咁啊。希望啦，希望即係有第一，希望有奇蹟發生啦。第二呢就係、是、其實老豆雖然抵鬧，但係我哋換一個角度嚟講啦，好似我啱啱正話話齋咁啊，可能即係個女同個爸爸媽媽可能個緣分呢未夠深咁樣、啊、可能會換一種形式會再出現㗎咁啊，即係我咁安慰自己啦。希望即係呢個爸爸，唉，都難，唉，真係唔講。係啦，我哋轉話題，轉話題啊。好，呢、這個 friend 話如果。朋友已經被人呃咗30万咁啊，嗯，誒咁啊，我估計咧佢仲會咧再被人呃嘅。你話我好唔好要提醒啊？提醒佢咧，哦，即係嗰30万咧，就佢你朋友未曾知佢被人呃咗嘅，嗯，咁你睇個勢咧，就可能你朋友咧會繼續俾嗰條友或者再呃，或者俾其他友呃，咁、啊、呢個時候你好唔好提個？梗係要啦，啊提醒應該嘅，梗係要啦，提一句啫嘛，咁樣啊，咁唔聽咪由得佢咯。咁你就算以後出咗咩事，你自己心裏邊唔會揞住啊嘛，係嘛？即係作為朋友講嘢，我做得到啦，咁樣係嘛？作為朋友，啊、應該即係盡咗呢個義務。係啦，我做嘅，我應該做，我做咗啦，盡咗義務咪得咯，咁啊。嗯，即係俾阿雨琦俾人呃，不如你嚟啊咁。咩咁衰啊？一時寄養。系呢个 friend 话点解今日抖音冇牛肉丸卖咁啊？今晚抖音系冇嘅，今晚咧就系我哋嘅牛丸咧有一个自由满减嘅呢个活动啊，自由组合满减嘅活动，呢个抖音系上唔到嘅，所以咧我哋只能够上我哋嘅呢个小程序直播吓。喺小程序直播里边咧，我哋有五种产品咧系自由组合嘅，强佬啊，强佬满减，唔系话强佬牛肉丸、牛筋丸满减，系强佬自由组合满减吓。边五种呢？就系、是、有强佬牛丸啦、强佬牛筋丸啦、强佬手工卷浆啦、海鲜汁肉肠啦、强佬嘅秘制鸡扒啦，系五种嘢嘅自由组合，系满减嘅。满100减10蚊，满150咧减30蚊，满350咧减130蚊嘅，系啦。咁啊，所以咧呢啲咁嘅满减咧，因为嗰个太复杂啊，咁所以咧抖音系做唔到啊。
系啦，即系好难做成一个咁嘅组合出现。系冇错啦，咁我哋想经常话想送啲着数俾我哋嘅 friend 咧，都送唔到，所以冇办法啦吓。咁大家咧请如欲报啊，去到我哋一些事一些情嘅小程序直播嗰度咧就参与咧就哇好抵啦，好抵好抵，五种产品自由组合，我哋史上第一次啊。嗯，啊呢、這个 friend 避孕快一年啦，终于怀上咗 B B， 双低祝福我 B B 健健康康啦，系嘛、一定健康啊。嗯，咁啊好，咁啊呢、這个 friend 今晚唔系月饼。嗱，月饼喺度官网有噶，大家要上去买啦，咁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而家等我为大家介绍牛肉丸中嘅顶流强佬牛肉丸，真材实料，啖啖肉弹到飞起啊！哎呀，哟，飞咗月球添？点解咁弹？因为淀粉比例少过1%，一啖咬落去，满满嘅肉香充满你成个口腔啊！无论点整都咁好食，一些事一些情，强佬牛肉丸。呢、這个 friend 又讲啊，巴尔局势啦，啊你讲啊，你嚟、啊，我嚟讲，你嚟，咁咪打起身啦咩？系打起身，哇！你真系。怎一句大过啊！拉伸咁啊，分别有唔同嘅国家同组织站队咁样，系咯，咁啊，会唔会真系变成咧第六次啊？第六次中东战争，中东战争咧咁啊，咁、希望一定唔好会啦吓。系啊，咁啊，即系战争，哇！大佬你见到栋楼，即系咧，我睇新闻啦，咁啊，我唔同你啊，睇呢个长风道啊，犀利咧，犀利，睇青春片，攞翻啲青春回忆啊，智利啊，即系我睇新闻咧，就系、是、炮，即系唔系炮啦，相信唔系炮啦，导弹啊，咁啊打落啲高层建筑度啊，成栋楼咧两嘢啊冧咗。喂，我当时谂，喂大佬，即系入边你住咗几多户人啊？咁你先冇讲，即系有冇疏散啊，叽叽夸啦嗰啲嘢啦。你就系讲，喂大佬，一家人用咗咁多钱买间屋，一嘢一分钟之内就冇咗啦。即系成世人心血，唔知仲公完未添。系咪先？未公完，你话天灾人祸战争啊，你唔供啦咁啊，仲有得同银行讲啊，系咪先？如果正话公完，即系送唔抵，系咯吓，即系所以呢样嘢就吓、是、就系、是，唉，毕竟系每一个人都有个生命吓，呢、啊這个系真系最。系啊，咁呢个 friend 话人哋啲屋好平啊，再平都要钱买啊，系咪先？我个世界咁多个地方，咁多个国家啦，即系你话系楼价有高有低，但系你话去到即系好似买菜买屋，我真系未见过咁嘅地方啦，因为佢本身有建筑成本噶嘛。系咯。啊，呢、這个 friend 话从三藩市翻嚟广州一个礼拜啦，终于有一晚咧清醒咁可以嚟听两路节目啦。加州小酒庄想揾两路合作，诶、系咪喺呢个微信揾过我嘅 friend 啊？系啊，咁啊，佢话即系我同佢讲，我因为佢 stay 一个月嘅，咁话 OK， 我哋可以有时间嘅，咁啊，系啊，会揾你噶啦，会揾你噶啦，咁啊，呢个 friend 话点解你个手心同手背唔同颜色嘅？因为晒啊嘛，啊个晒通常好少话咁样对住太阳晒噶嘛，好开手嚟晒啊！呢个 friend 话两老啊，我想知道啊。Hugo 未婚前同阿志咧去夜场嘅时候咧，边个醉嘅次数多啲啊？系咩？嗯，好似都冇咩点统计啊，差唔多啦，可能差唔多，差唔多啦，可能我多啲，唔会，啊你多啲啦，系啊系啊，你酒量好过我噶嘛，系啊，唔系咁我次次酒量好，我又有时咧唔识节制噶嘛，就放纵咗自己，系啊，差唔多啦，可能差唔多啦，系，差唔多啦，系啊，结婚之后就阿志肯定醉我多啲啦，呢个 friend 话。唉，咩冇计啊！嗰啲屋肯定会平啲啊，因为随时要准备挨导弹，系啦，即系呢个啱啱喺呢个啊咁样嘅状态之下，系咁啊！呢个 friend 话：哇 ，Love Q 件 T 恤咁有型啊，着起身有型有格，掂啊！咁啊，哇！嗱呢、這个点啊？呢个绝对唔系我哋自己嘅号嚟嘅，呢个绝对系我哋 friend 由心而发噶啦。呢个咧就我哋 Love Q 嘅呢个 T 恤啦，咁啊真系有型有格噶，有白色有黑色嘅。嗯哼，嗱，两个版本，一个黑色，一个白色嘅，系嘛？嗯，阿志，你哇，呢件冇烫，唔好意思，就放喺直播室里边冇烫啊，唔好意思，咁啊系啦，咁啊呢一些事一些情嘅 T 恤，咁啊俾大家睇睇啦，咁啊系啦，一些事一些情嘅 T 恤啦，咁啊。
系咁啊，所啊咁啊呢个 friend 话：喂，今年双十一你哋有咩活动先？未知噶，系啊系 啊，一个人使乜谂咁长远啦？系啊，唉，真系，唉，今日读喵啦，读喵啦，上个星期都冇读到，上星期冇读到咩？有系嘛？有，仲读咗三封定几多封添啊？嗯，系啊，系啊，系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 Hugo 开始有啲声沙啦，啱啱因为我哋个杂物间咧就开咗冷气嘅，咁啊，呢个 friend 话点解 logo 唔喺后边嘅？你中意啊？中意我哋出件后边嘅俾你吓、啊。嗯啊，天气冻啊，佢话需要长袖咁样话 ，OK 吓、啊。嗯，等、啊、等。啊系咁啊！呢、這个 friend 咧同我哋科普、哦，佢话咧，据说咧手心嘅呢个皮肤咧系冇黑色素嘅，所以你就算咧日日咁样行街咧，就算摊开嚟晒，系啊，就算都系咁样晒唔黑噶，奉天承运啊，皇帝诏曰咁样去行街咧都晒唔黑嘅。哦，咁嘅咩？又学到冷知识啊！系咪真嘅啦？嗯，可能系真嘅，应该。系啊 ，OK， 系嘛？因为啲 friend 话件衫你反转嚟着咯，估咪喺后边，你咁得唔得？呢个 friend 哦，怪唔知得黑人嘅手啊，个手心都唔晒，都唔系黑色噶、啊。哦，系啊，吓、啊，哦，系啊，真系得喎，啊，明白，明白。嗯，但你咩相低我就嚟断片啦，喂，少饮啖，少饮啖。喺你断片之前都会、啊、增加几个字上嚟、啊，用最后一丝嘅力气发留言俾我哋，真系感激你啊！啊，大乔就多年嘅粉丝啦，后尾出咗国嘅，一定要读我留言，读咗啦啊！啊 ，hello 咁啊，呢、這个 friend 话范同学爱你啊，咁啊，好咁啊，我哋都爱你，咁啊 ，Ladies and gentlemen。而家等我为大家介绍牛肉丸中嘅顶流强佬牛肉丸，真材实料，啖啖肉弹到飞起啊！哎呀，哟，飞咗月球添？点解咁弹？因为淀粉比例少过1%，一啖咬落去，满满嘅肉香充满你成个口腔啊！无论点整都咁好食，一些事一些情，强佬牛肉丸。嗯 ，OK， 咁啊，手上咧就揸住一封嘅 email 啦，咁啊，嗯，系啦，咁啊，嚟自我哋充满感情嘅电子邮箱吓 ，loveq@loveq.cn 嘅 ，loveq@loveq.cn。诶、欸，但系咧呢嗱呢条留言我读一读吓，啊点啊？有关系嘅咩吓？佢话手掌啊唔可以纹身嘅，咁纹身嗰啲唔系佢本身嘅黑色素嚟噶嘛？即系系嗰啲纹身师傅打入去啲色素嗰啲颜料嚟噶嘛？系啊。不过好似又未见过人喺掌心纹嘅，我就睇唔到啊嘛，咁纹嚟做咩？咪会唔会好痕呢？会一路纹一路笑，纹身佬话：哇，从来未见嘅条友纹得咁开心嘅，一路纹一路笑，哇，好数痕啊，痕啊！唯一见过系脚板底纹身噶嘛，系嘛？系啊，魏小宝啊，周星驰反复清明啊嘛。话你咩啊？哇！我冲完凉都未士多整翻支九江酒嚟听下直播先噶。哦，你好叹啊你啊！嗯，好，身体板数好，1.7米啊，153斤，大肚腩，拣几多码咁啊？大码 ？L 码 ？L 码 OK 噶啦。嗯，153斤，因为唔系好大啊嘛。L 码 OK 噶啦，其实着中码都 OK， 但你话个大肚腩咁咪掩饰下咯 ，L 码啦。啊、嗯，多谢支持，多谢支持。啱啱话嗰个佢买件衫，我就换一个豪华版邮箱嘅嗰个买未啊？买就换噶啦，大佬。快啦，打声招呼啊，同我哋啊，犀利犀利，呢真系清明重阳啊，话系周星驰听复明。唉啊，好咁啊，呢封 email 系咁噶，呢封 email， 嗯，哇，系、哎、几开心啊 ，Hugo 志哥啊，你哋好啊，仲记唔记得我啊？嗰、那个高大威猛嘅顺德荣贵阿伟啊，2022年3月12日咧，你读过封 email 啊？为咗孩子可以去到几尽，避孕父母的辛酸啊嘅其中一位主角咁啊，系咯，咁啊生 BB 有两个嘅要啊，我而家咧我嚟报到啦，好荣幸，我哋嘅千金咧阿思如宝宝咧喺7月26日咧已经降临喺我同太太身边啦，你哋咧又多咗一个低迷啦。哇！恭喜晒，恭喜晒，恭喜晒！系喺度咧，好感激咧，我太太为我哋屋企咧增添咗一个千金。你好犀利啊！你好伟大啊！
哇，犀利啊！啊，呢、這个先生真系系啦，系一个好先生啊。嗯，咁啊，谂下咧，而家谂翻啊，一路以嚟嘅心酸历程咧，到呢一刻嘅感觉咧，都系值得嘅。啊，因为咧，我哋尽咗力啦，上天咧真系眷顾我哋啦，希望咧仲喺度为宝宝路上嘅你哋啊，必定要加油啊，意志坚定，唔好俾困难咧啊嚟击倒你哋，咁啊系啦，呢句说话咧就系同咧仲喺呢个想要 B B 嘅呢个道路上嘅呢个夫妻啦、爸爸妈妈啦，系加个油嘅，咁啊，希望咧意志坚定，唔好等困难咧击倒你哋，喺呢个阶段咧。是最考验大家两夫妻配合同埋体谅容忍嘅。在此呢祝福所有啊想要 BB 嘅准爸爸妈妈顺风顺水，所有嘅检查嘅都系绿灯通过啊。啊一切顺利嘅啊。係冇错啦。咁啊而家呢我哋呢已经开始呢进入咗下一个阶段啦，就系二月闹啊。身为父母啊，见到 B B 凌晨仲喺度喊啊，有时咧仲喊到好撕心裂肺咁样，自己咧睇到都好难过，情不自禁咁样流落眼泪啊！我哋知道咧呢个系避免唔到嘅，只能慢慢挨过去。呢、这个月咧已经好几晚咧凌晨三四点咧抱住佢氹佢入睡啦，咁啊，其实呢样嘢咧唔系太鼓励嘅。啊，点啊？因为咧，如果你抱惯佢咁样氹佢入睡咧，咁以后咧佢习惯咗呢个你抱住佢呢个频率啦、啊，呢、这个体温啊，啊呢、这个动作啊，咁啊，以后咧佢凡系要瞓咧，就要你抱抱住佢，要抱先肯瞓。系冇错啦，咁作为爸爸妈妈咧都好辛苦嘅。系啦、啊，所以咧最好咧就系摆喺个床度，跟住轻拍拍佢啊，咁啊，或者轻喺身边推下佢啊，推下佢啊，咁样咁会好啲咯，悭水悭力咯。啊，系啦，咁啊，即系咁样咧，一个好嘅睡眠习惯咧，你自己都冇咁辛苦啊，关键系。系冇错啦，咁啊。好咁啊！身为父母咧，真系唔容易，真系咧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啊！啊，年少我哋唔懂，但当我哋有孩子嘅时候咧，就会感慨咧，做父母咧真系唔容易，咁啊，OK 啊，最后咧借 Hugo 嘅金口啊，帮我祝福一下，思如宝宝，好开心你选择咗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咧，亦好荣幸将你咧带到呢个世界上。爸爸妈妈只系希望你身体健康，做一个快活嘅掌上明珠就够啦。啊，快活嘅掌上明珠系嗱呢句说话咧，你依家讲咧，你系要可以讲系唔负责任嘅。啊，点啊？快乐嘅掌上明珠点样唔负责任法？嗱，同你讲阿志，而家得嗰两三个月。父母边个唔系咁谂噶？系当佢翻咗学啦，要面对考试啦，要面对学习嘅时候咧，你喺隔篱辅导做功课嘅时候咧，咁啊机器系嘛？希望到嗰时你仲可以谂翻呢句说话，你仲可以谂翻呢句说话，你做一个快活嘅掌上明珠就够啦。系啊，梗系唔够啦！到嗰时就，喂，有冇搞错啊？点解个个识就得你唔识啊？有冇搞错啊？而家你考咁嘅分数，你喺班里边第几名啊？咁啊，呢、這个 friend 话，哇，辅导功课嗰时啊，直头想碾死佢啊，系嘛？哎呀，真系惨啊，真系惨！哇，呢个 friend 话，好暴躁啦，到时系嘛？系呢个 friend 话，其实快乐不快乐咧，睇你啦，老豆咁啊。呢个 friend 话，哇，激气到死啊！呢个 friend 话，到嗰时咧，你就会谂生嚿叉烧。好过生你啦，系咯，呢个咩？有冇搞错？一加一都唔识咁，弊啊弊啊！呢个咩？我二胎好好臭啊，食饱扫完风系咩？扫完风就喺背后，唔识噶啦，就放喺床度。第二个月开始就唔使起夜床啦，每晚十二点前喂饱就可以瞓到自然醒。哇，真系啊，咁就舒服好多啦，真辛苦啊！系啊呢、這个 friend 话我都想我个女做快乐嘅掌上明珠啊，但系我老婆唔允许咯，黐线噶，幼儿园就开始卷啦。呢个 friend， 哎呀，成绩都系其次啊，有作业交啊，唔使俾老师投诉已经好好啦。OK OK 。唉，真系呢个 friend 话，哎呀，阿 Eric 话。唔知系仔定女啦，佢居然咧一加三等于五啊！哇，激到头都爆埋，直接想喐手啊！呢个 friend 话：初为父母，什么都是师，日后就都是屎。
所以咧就真系嗱，真系噶。不过咧就二胎 B B 咧真系好臭啲。嗯，我自己经验都系咁啊。我女又好臭过仔嘅。嗯，啊，即系所以系咁嘅。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嗯，唉、哎，呢、這个 friend 都系字字好啊，年少不知字字好咧。啊啊！呢个 friend 话：，唉，命女有时终须有咯，命女无时靠老豆，好啦、啊，有老豆靠几好啊！唉，啊，呢、這个 friend 话：，唉，我嗰个系七加三等于八啊！呢个 friend 话：，我屋企嘅掌上明珠，三个补习老师仲系合格嘅边缘，唉，冇眼睇啊！三个嚟教啦，都教成咁啊！呢个 friend 话，呢个 friend 镜头系唔衬好笑啊嘛！嗯，啊呢、这个 friend 做错咪做错咯，即系同啲家长讲啊，你方声老师唔会讲答案咩？咁嘅咩啊？呢、这个 friend 啱啱打完个仔啊，唉，成套戏啊！唉，所以真系，虽然我读到呢句嗰时咧，我真系可以想象到咧，容桂阿伟咧，即系佢当时嗰种嘅爱啦吓、嗯。但系呢种爱咧，会随住佢长大咧，就慢慢慢慢咧，就去变成用另外一种方法。我而家咁样督住你读书，系为你好啊！啊，另外一种方法嚟爱啊，啱唔啱？唉，点会话即系点会话做一个快活嘅掌上明珠就够啊？人都系一步步嚟嘅，要求呢啲嘢，嗯啊，所以呢样嘢啊，所以家长先知啦。系啦，咁啊，继续啊，爸爸妈妈只系希望咧你身体健康，做一个快活嘅掌上明珠就够啦。我哋永远都系你嘅避风港啊！加油啊，孩子，我哋一齐成长，一齐学习，一齐睇书，做你想做嘅事，爱你，思如。哇！你一做你想做嘅事，佢、嗯、想做嘅事就揸住部手机，揸住个 iPad， 你俾唔俾啊？啊！呢个咩啊？我个掌上明珠啊，成日同妈咪打我小报告，搞到我做咗我老婆嘅掌上明珠啦，猪头嗰个猪啊，打小报告啦，哇！咁咯，我而家哇，咁都好啊，咁都即系同你两公婆有一个都系同党啊，唉，几好几好几好啊！嗯，系咁啊，咁好啦，靓仔 Hugo， 靓仔嘅智叔啊，报喜完毕。而家咧，除咗讲声感谢你哋一路以嚟嘅教导之外咧，真系唔知道要讲咩好啦吓、啊。由于咧年少嘅时候啊，喺你节目里边咧学习咗呃女仔咁啊，最后咧俾我呃到一位好太太咁啊。嗯，而家咧到为人父母，受益匪浅，感谢你哋嘅一路陪伴。得闲过嚟顺德容桂，请你食凌晨4点容边排骨饭啦、啊，同埋鲜甜嘅鱼生啦、啊。啊，再见，嚟自顺德容桂嘅伟。喂，真系去咯，啊，系嘛？凌晨4点 OK 话，4点真系到行唔到，快唔知点，瞓唔好，瞓定唔瞓咧，真系。啊，呢个 friend 我宝宝咧，听日就满月，出月子中心翻屋企啦，因为我就要自己带咯。希望宝宝咧翻屋企又要乖啲，听听话话，健康快乐成长。啊，系啦，系咯，啊，翻屋企乖啲。系啦，咁啊，咁啊，希望咧梦想成真啊，咁啊，真系咧，喂，有啲 B B 真系易臭嘅，但系咧易臭嘅 B B 咧。通常咧，以我經驗嚟講咧，都係一開始你唔好咁緊張，嗯啊，即係譬如話 B B 一喊你即刻抱啊咁樣啊，啊咁你一擺低啊抱一陣間佢唔喊，咁一擺低咧佢肯定又喊噶啦，係啊，咁所以咧就比較正確嘅做法咧就話，即係無論你有幾咁愛錫呢個 B B 都好啦，譬如話喊嘅時候啊，咁啊你觀察啊佢因為咩事啊，即係如果唔係因為咩撞親啊，唔係咩嘅話咧，其實你又冇即係 B B 都未曾識行咁啊，係嘛？啊，你就唔好太緊張，唔好太緊張，就都係擺喺個床度咁樣輕輕安撫佢，你可以瞓喺隔離啊，輕輕拍下佢啊嗰啲啊，即係可以唔抱，盡量唔好抱。嗯，4个字，可以唔抱，盡量唔，盡量唔好抱。尽量唔好抱，系啊，4个字啊，可以唔抱，尽量唔好抱，真系噶，真系噶，啊，大家记住啊，初为人父、初为人母嗰啲啊，爸爸妈妈啊，一定要记住啊，可以唔抱，尽量唔好抱，咁啊，当然啦，咁啊，譬如话呢、這个食完奶之后一定要抱嘅，抱住人扫风噶，因为咧。
佢係啲奶佢落去咧，佢個氣要出翻嚟、哦、啊，翻出嚟。如果你擺到咧，佢會嘔噶、哦。啊，佢嘔咧，有時咧，譬如啲奶倒流，即係濁親。係啦，冇錯啦，倒流咗鼻哥啊、氣管啊，咁啊會濁親啦，咁啊，嗰啲時候要抱嘅，咁啊。嗯，啊呢位 friend 十二号预产期啦，希望助攻神助攻快啲出嚟啦，已经拥有一仔一女啦，第三胎系细佬，系、啊、哦、啊，第三个啦，啊，开心开心开心啊，嗯，系啦，咁啊，好，咁啊呢、這个 friend 咧就话。抱習慣咗啊，有排你抱啊，係啊，嗱呢啲都係經驗之談啊，真係啊，嗯啊，呢個 friend 講起誒學習啦，呢、這個點數個仔仲喺度罰抄書加班，呢個鐘數係咯十點幾啦嚇，仲喺度罰抄書啊，係呢、這個 friend 話一些事一些人育兒頻道，咁啊有少少嘅經驗同大家分享一下啫，又未夠膽話去到育兒嘅咁啊，但係專家話咁樣係唔啱嘅喎，呢、這個 friend 話。你信專家定信 friend 啊？嗯啊，系咪？信專家死得人多。嗱、啊，專家講嘢唔負責任噶嘛，負責任就唔會做專家啦，系咪先？真系，即系抱系会增加小朋友的安全感嘅、嗯。但系咧呢、這个时候咩咧？你可以咧，譬如话冲凉啊，或者即系唔冻嘅时候啦咁啊，光溜溜啊，咁样同佢一齐咧摸下佢背脊啊，玩下咩蚂蚁生疏啊，知唔知啊？唔知，即系条脊骨度咁样捻捻捻捻捻捻上去捻捻捻捻落去咁啊，系、嗯、啦，咁啊按摩下佢胸腺啊，呢啲都要嘅、嗯。即系呢啲你嘅手同佢嘅身体嘅皮肤嘅接触嘅呢啲咧系要嘅，嗯，系要嘅。咁但系咧唔好话一喊就抱，一喊就抱。啊！呢、這个经验，如果抱到手都断啦，我同你讲，系啊，啊，到时都唔知点挨啊，嗯，真系辛苦辛苦啊，系啊，真系啊 ，OK， 咁啊，呢、這个 friend 咧就今日咧上班啊，重温 Hugo 喺墨尔本翻嚟嘅历程啊，哇，直头笑出眼泪啊，哇，我咁惨，你仲笑我，咁啦噃，哎呀，哇！哇！呢個 friend 好犀利啊！佢話我仔一年級，我晚晚同佢講好少作業，佢都好自覺咁做完作業㗎咁樣，做完咧佢好有成就感㗎嘛，咁、啊、開心咯。係啊，係啊，係啊！但係呢啲咩 B B 萬中無一咧，你啊真係要好珍惜你嘅、啊，你真幸福咯！你真係你幸福完全源自佢。我同你講真係㗎，所有咧做咗爸爸媽媽嘅朋友，只要你個仔開始讀小學開始咧，你屋企嘅幸福感咧、幸福指數咧高與低咧，完全係睇佢個學習嗯。啊，相当重要啊！诶，呢个 friend 话我喺机场做厨师，美女如云啊，连坐飞机嘅都靓到不得了啊！自己咧长期剃光头，啲女咧见到我都退三步啊，唔着工作服咧就退五步。咁嘅咩？系咩？咁啊，唔识欣赏啫。系啊，系啊。哇！呢個 friend 話：喂，兩位，我過幾日咧準備去伊朗出差。哇，正喎、啊！哇，已經落單八包牛肉丸帶過去食㗎啦。係，將強佬發揚光大。好多謝你。哇！伊朗出差，正正正啊。嗯嗯，係啦，咁啊。哇！但系咧，嗰面中東咧，冚冚聲，我打到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安全永遠第一啊！嗯，冇錯啦，咁啊，好、這個、呢個 friend 咧就二胎經驗啊，我直接喺醫院啊就唔抱個小朋友啊，唔抱個 B B 啊，護士見到都勸我，喂，你得閒抱下佢啦。隔離床咧第一胎啊，從朝抱到晚。哎呀，真系以后咧手都断啦，我同你讲。系啊系啊，反正即系有排辛苦啦吓。系啊，真系有排辛苦啊，真系啊。系呢、這个 friend 话 ，Hugo 系缘分学专家，错，我唔系专家，我系缘分学呢个学科嘅创始人、奠基人、嗯、学术奠基人，同专家唔同噶。不得了，不得了啊！嗯，哎呀，系咁啊。呢、這个 friend 话同老婆玩啊蚂蚁生疏都几过瘾噶。都过瘾嘅。嗱，呢个 friend 好惨啊！佢喺学校接个女啊，问佢带齐书本翻未啊？佢带齐啦。翻到档口发现冇带书，跟住喺档口做作业做到一半咧，又唔记得带翻屋企。翻永远都有啲嘢赖低系嘛？唉，我第二个仔啊，成日都讲，我想，我觉得咧又开心又激气啊，开心嘅咧系佢自己有自己嘅谂法，激气嘅咧就系唔听话，好无语咁啊，咁佢想嗰啲嘢如果好嘢嘅咪，即系你咪由佢咯，啊，支持下佢咯，系咪先 ？OK 嘅吓，系呢个 friend 话 Hugo Bosco 同学佢拼音我系点样拼噶嘛 ？Bosco 系 B O S S C O 唔系 X。啊，系 S
知唔知啊 ？S 蛇仔嚇、啊嗯、，S B O S C O 咁啊 ，Bosco 咁啊 ，Bosco 同學咁啊，歡迎大家關注我仔啊，仲未曾到一萬我，佢話佢想衝一衝一萬嚇，睇下有冇機會啦。啊，呢位兩老啊，我想換份工啊，不過咧就冇面試啊、嗯，我做 I T 啊，係嘛？嗯，啊，穩定先，穩定先啊。係，而家反正咧就係揾工好難，我聽講唔知係咪啦嚇。嗯，咁啊，唉，反正呢個世界就咁噶啦。有人咧就揾唔到嘢做，啊，有好多工作咧就揾唔到人嚟做，嗯，啊，咁样啦，系啦，相当矛盾啊，系呢个 friend 话你讲嘢啊，我开咗十几年飞机，从来都未见过厨师，完全无视喺你面前掂行掂讲，见唔到见唔到，唉，真系惨真系惨啊！系咁啊！呢、這个 friend 话已关注咗 boss 仔，然后卸咗啲小红书咁，咁即系点啊你？你快啲，咁会唔会系少咗个啊，大佬少咗个问你啊？卸载都有嘅你啊！呢、這个 friend 话琴晚咧冇带作业本翻屋企啊，即系讲嘅小朋友啦吓，九点半咧车佢翻学校攞，今日放学咧特登问佢，喂有冇带作业本啊？回答系我带咗啦。然之后呢八点几啊同我讲话带错咗。呢个时候你安慰自己嘛。你咩唔使担心，你係爸爸嘅掌上明珠咩啱啱快乐嘅咩掌上明珠仲有一个。啱啱讲封 email 去边度望到边度。唉真係。啊，做一个快活嘅掌上明珠就足够啦，唔使翻去攞嘅。系、哎，你会唔会咁讲啊？唉、哎，真系有时咧，唔知讲咩啦，真系对住啲小朋友啊，真系，唉、哎，真系啊，啊，好大啖气啦，反正就系嘛。嗯，呢、這个 friend 话，呢、這个 friend 叫黄蚊人，真系坚啊！佢一口气送咗女朋友三个袋。三个包，女人真的是包治百病吗？咁啊，一次过送三个咧，冇效果，系嘛？冇效果，要点样送先有效果啊？诶，时不时送一个啊嘛，嗯、除非你都系时不时送三个啦，即系你单位系三起嘅，系啦，一送送三个，一送送三个嘅，最少送三个，除非你系咁样，可以可以、啊。以我哋普通人嚟讲咧，系时不时送一个啊。咁样先有用㗎嘛，係咪先？係啊，所以呢样嘢啊，睇下你点啦、嗯，反正但系好坚啊。唉，真係。咁、啊、你估你系开嗰个咩茶店啊？茶颜悦色啊，係咪先？一次过开三间喺附近，劲啊！密集攻击㗎嘛，嗰种商业模式叫系嘛？啊，你唔系啊嘛你啊，真係啊。OK， 咁啊，手上呢又揸住一封嘅 email。咁啊，都系嚟自我哋充满感情嘅电子邮箱寄，咁啊，嗯，系啦，可以将你嘅感情故事咧写成文字啊 ，mail 俾我哋嘅 loveq@loveq.cn。嗯，呢、這个 friend 话唔带作业簿冇所谓噶，买本新噶嘛，我女一年啊两三本啊正常嘅，系嘛，闲闲地系嘛，闲闲地嘅咩啊 ？OK， 啊，可能你学校近呢又啊，嗯。呢、这个 friend 话两老啊，依家有冇细支嘅葡萄酒卖啊？咁啊，系有嘅，有嘅，有嘅。上我哋官网啦，吓、啊，上我哋官网 loveq.cn 吓、啊，或者咧，我哋一些事一些情嘅微信小程序吓，搵、啊、一些事一些情都有嘅，系嘛？啊，你系咩啊？早晨啊，喺到 LA 第一次听节目噶嘛？早晨，早晨，早晨 ，Shelly。嗯，呢、这个 friend 话点解冇咗富七代 SL 嘅卖晒咪冇咯咁啊？嗯，啊，即系冇咗呢个码系嘛？系冇、okay. 错啦，咁啊，呢、这个 friend 话哦，十五分钟一程，来回半小时，再本老师定制嘅，出边冇得卖。啊，唯有翻去攞啊！咁夜仲可以翻去攞得到，都算系咁啦。唉，真系。OK， 咁啊，呢封 email 咁噶，尊敬的双低，见信安好咁啊。旧年三月咧，我都写过封 email 俾你哋噶。但系咧，你哋冇读出啊？问题咧一直悬而未解咁啊！这些日子以嚟咧，一直咧都处于纠结当中。希望咧今次幸运之神咧能够降临喺我身上咁啊！咁样，诶、呢封我读过嘅，系咩？确认？哦，读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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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封读过嘅，诶，诶，边个仲读过同摆喺我台面啊？嗯诶、欸，唔怕，好多啊！我哋 email 你啦，系啦系啦系啦，放心放心啊！惊人咧，惊人咧，呢啲系未读嘅吓、啊。嗯嗯，吓、啊、你系边个侄仔啊？诶，仲衰啊！故意将本作业簿留咗出租车上面，嗯、哈哈就追唔翻啊！等你发翻去攞啦，冇、啊、得做啦，唔使做啦，唔使做啊！咁啊，呢个 friend 啊，我女啊每次咧就问佢做完作业未啊，佢都话做完啊。等老师喺班群发作业出嚟嗰阵咧，就同佢对，先发现原来都冇做完。
唉，琴日我个仔咪因为咁，所以咧、啊、就系咁啦。老婆闹佢闹到啊，闹到十二点啊，系嘛？系啊，咁惨啊！边个惨啊？你话你个仔啊？系呢个更有甚者，我外甥啊，直接将书包撇落垃圾桶，攞唔到啊？系咪咁嘅意思啊？咁犀利咯，咁有脾气咯嘛？唉，真系犀利，犀利，犀利啊 ！OK， 咁啊，系呢个 friend 话，盈盈碎靓订，盈盈碎靓订，盈盈碎靓正嘅相低，你哋好，咁啊。从2003年咧节目开播，一直咧断断续续啊，听咗廿年。Hugo 一如既往地咧风趣幽默，阿志咧依然咧就风度翩翩，系嘛，沉重稳实。点啊？呢个成有啲怪，沉重。你又唔系好肥啊？又唔重啊嘛？唉、哎，真系啊！稳字换成笨会唔会好啲咧？沉稳啊，你真系沉稳笨实啊！Sorry， 阿年嘅人。唉，真系啊！跟住咧就文笨啊，跟住咧你哋咧都系我偶像，系生活上嘅明灯，乐观自信爱嘅生活态度咧，一直深深地咧影响住我。今次写 email 俾两老咧，其实冇咩感情问题嘅、嗯，只系想同你哋分享一下我生活中嘅小故事。之前咧有个两任嘅前女友都分咗手，分手嘅时候咧都有 send email 俾你哋噶，不过咧都系石沉大海啊，冇读出又冇回复，但都冇所谓啦吓，将嗰啲唔开心嘅嘢写咗出嚟之后咧，心情咧就轻松咗好多啦，啊好翻好多嘅咁啊，成个心情系嘛，我咁几好啊，我觉得呢件事、啊系啦，写咗就 OK 嘅吓，系、哎、前两任系嘛，前两任吓、啊，跟住咧系唔讲嗰啲啦。同你哋分享啲开心嘅嘢啊，咁啊，诶，开心嘅嘢啦就系咧，我想分享一下咧，我中彩票嘅故事啊，中咗几多？中几多？中几多？哇！嗱，原来听我哋节目真系可以中彩票啊，咁夸张？系啊，中彩票？系，系嘛？我开翻个冷气先吓、啊，我又关咗，又觉得有啲焗。嗯，你觉唔觉？啊！呢、这个 friend 分到半，分半，唔好讲咁多，分一半系嘛？分一半啱嘅。呢个 friend 我去煮个饭先。哎呀，咁啊，好咁啊，呢、这个啊，同你分享下我的故事吓、啊。我喺别人眼里边咧，都系有啲手气嘅嗰种啊。嗯，啊，以前咧就冇中过大奖嘅。大一千几百呢啲呢就中过呢唔止一两次啦。咁犀利？係啊。可以喎、啊、呢、这个 friend 啊。即係间唔中都会中啊一千几百嘅。嗯唔使返工啦你。係囉係咁中就係啦。係咁中就得啦。中善因得善果。嗯点、嗯、呢记得有一次呢去间铺头里面呢玩刮刮乐。有一种票啊只剩三张冇人刮。於是呢唉，我见到剩翻三张咁惨嘅店主啊，我就包咗佢啦嗯，估唔到咧，就咁啊中咗一千蚊啦。咦、嗯？哇，三张中一千蚊。系咁啊，一张系几多钱嘅？几十蚊啫嘛。刮刮乐要几十蚊咁贵啊？几蚊啊？唔通啊？唔使几十蚊咩？唔系两蚊中五百万嘅咩？嗰啲系彩票，唔、哦、系刮嗰种嘛。唔系刮嗰啲。嗯 ，OK OK。其实咧，我二十啊啲 friend 话。哦，二十蚊。嗱，二十蚊一千。系咯。佢三张咪六十蚊。啊咁咪隔日去玩一次就得啦。系啊，犀利犀利啊！呢个 friend 话再来一瓶，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你得人抵，你得人抵。啊，呢啲五蚊、十蚊、廿蚊都有嘅、okay, 嗯，好好好多面额都有。系 ，OK， 咁啊，佢话咧又有一次，我去彩票店，唉，谂住买两蚊双色球啦因为成日去嗰度买咁啊，个、嗯、老板读小学个仔咧都认得我嘅。佢呢跟住同我边倾偈呢边攞咗一沓刮刮乐出嚟话喂哥哥刮张刮刮乐啊保证你中奖㗎唔中嘅话、嗯、我叫你老豆咁啊。咁嘅咩哇呢、這个小朋友啫。係囉咁犀利呀。係我就讲啦唔关唔关好难中嘅。嗯啊佢呢个小朋友呢佢唔死心啊就将彩票呢摆喺我前边。唉性情难佢又刮两张啦咁啊嗯啊估唔到刮到第二张呢就中咗五百蚊啦。咦、哎、啊咪小朋友仲开心过你。实中嘅咁啊哇讲几靓㗎嘛。唉咁啊
唉，我就啊中奖啦，中奖啦，好彩中咗奖啦，如果唔系无端端有咁有咗咁大个仔啦，唉，在场嘅人啦都哄堂大笑咁啊，仲有啊，双低直播节目里边咧抽奖送香水啊 ，Hugo 咧高贵嘅手有一次居然抽中咗我啊！哇！佢真系好有中奖味。哇！你真系好有中，喂，你不如嚟个公司做啊？专门负责去刮啊！冇嘢。哇！呢、這个 friend 可唔可以介绍个小朋友嚟识啊？嗯，犀利犀利犀利！呢个 friend 系咪从呢个公司写过嚟啊？封喵！鼓励大家去刮啊！呢个 friend 话系咪今晚听到呢封邮件嘅？缘分就嚟啊！系咪准备中大奖啊？大家咁啊！嗯，呢个 friend 话我已经准备好啦，嚟啊！啊，一齐中一齐中，犀利啊！得喎，真系啊！嗯 ，OK OK 咁啊，佢话咧，哇，我抽香水又抽中佢喎，系咯。佢话咧在此感谢两老，祝节目越做越好，做到80岁啊 ，Love Q 商城大卖啊，咁啊，好。嗯，佢话咧之前六月份咁啊，经历咗一场咧大雨磅礴咁啊，谂起自己当年咧高考嗰阵咧都系落雨嘅，心情咧难免有啲激动吓，咁啊。咁啊喺度咧，就因为咧，即系佢自己都系比较好彩嘅啊，所以咧佢都祝所有嘅学生啊，所有考试都旗开得胜，考到自己心中嘅学府啦。咁啊，又记翻以前啊，高考嘅第一日晚黑咧，我食完饭咧喺河边散步，行下行下咧，行到一间彩票店。你特登行过去啊嘛？行下行下咁咯。唉。哦，点啊？彩票店行行行到一间彩票店，横掂咧落住小雨，于是咧我哋行入铺头避下雨啦嗯啊，开始咧仲有两个人喺度玩刮刮乐嘅，无奈嗰两个人就走咗啦，间铺头咧于是咧就冷清咗落嚟，咁啊嗯，于是咧个老板就开始咧辅导佢个女做功课，大大声咁闹，哇呢题都唔识。哇！呢题又做错，反正闹到咩咁啦，系嘛？反正啲情景好熟悉啊。唉，咁啊，唉，咁啊，百无聊赖嘅我咧，唉，喺度见人哋闹女，咁啊，买两张刮刮乐玩下啦。咁同闹女有咩关系咧？见到咧，铺头入边咧，粘住张上个月有人咧喺越来越好刮刮乐咧，刮出咗10万。哦、於是啊，咁啊谂就跟下啦，就买咗咧呢种嘅彩票。嗯，心谂，唉，啱啱出咗大奖，都唔会再出噶啦，俾我中嘅几百几十蚊就开心啦，刮咗三张，果然一张都唔中。於是咧，咁啊，唉，又有啲唔心甘命抵嘅话，啊，咁啊唔甘心，又买三张。刮到第二张嘅时候呢，见到一个黑色嘅月字喎、啊、即係广东个月啊。係。啊下边呢有一串零喎、啊、数咗一下。咦、欸、一字后边居然有5个零。咦唔係呀嘛。咁十万啦系嘛。一字后边五个零。係呀系唔十万啦十万啦。係呀、啊。哇喺、我都唔敢信自己啊。再数多次。係啦、啊、跟住嗱一声喂俾老板喂你帮我確认一下啊。嗯。老板一睇话冇错啊。老板伸手又攞咗嗰张。冇咁衰嘅。讲笑讲笑。冇咁衰嘅。咁啊。嗯。跟住呢老板冇错啊中咗一等奖10万。哇我激动到呢讲唔出嘢。哇你系一个高考嘅学生。係啊。高考第一日。第一日。出面落住雨。出面落住。佢避一避雨。係啊。睇住人哋闹緊个女。係啊。呢个时候。啊你中咗10万。係啊。第二日仲去唔去考啦。大教训啦。那个 Ben 话，要是真的，他不是祖坟冒青烟了，他这是祖坟烧着了。咩 Ben 话，如果卖广告都要写古仔噶？呢个 Ben 系软广嚟嘅咧，咁啊。呢个 Ben 话，听完落楼挂咗200蚊，翻嚟咧喊住听直播啦，而家。你使唔使咁神速啊，大哥？夜媽媽仲有彩票，仲有彩票呢个站开嘅咩啊？
啊，俾我介绍个 friend 俾我识，快啲介绍我识，即系识下啊！见到佢转下运系嘛？我话识啊，我公司有个位等紧佢啦。系啊，虚位以待啊。有间房噶，系啊，你日就负责挂得啦，一个月挂一次10万得啦，系一个月做一次10万得噶啦。老板同你对半分啊，有空调有冷气就坐呢度，唉，真系。我真系劲喎，真系劲啊！佢真系犀利啊，犀利啊！呢个 friend 阿爷头先嗰200蚊宵夜钱都冇埋啦，刮咗200蚊宵夜钱都刮走。唉，呢个 friend 话：哇，佢中咗10万，应该分你哋一半啦，系咪先？定攞嚟啦！呢个 friend 话直头坐老板对面啦，仲俾间房佢，中咗唔系你听个老板，钉住佢挂，每日我就翻工啊，买一沓翻嚟，系啦，挂完就放工。喂，呢个 friend 话生日嗰日咧，老婆送咗花。入面呢包咗几张刮刮乐，中咗两张仲未去兑奖啊，系咪边度都可以兑嘅呢？我真系唔兑换呢咁样。我真系唔知喎、啊。中咗两张添啊你。哇，中咗两张添啊，即系20万喎、啊。係啊，即系10万起啦，搬到。係啊。哇。哇，即系今晚嗱，听我哋节目嘅 friend 真系有福啦，即系我哋可以尖下呢啲幸运啊嘛，系咪先？係啊。哇，真系吓啊，呢、這个 friend 话系边度买边度兑喎。唔记得边度买啊，咁就好笑啊。咩咩绝对系广告。唉真系。劲喎、啊、真系喎。你有冇即系佢高考有冇返去同屋企人讲啊阿爸都使买啊仲。啊呢、這个 friend 唔系啊，喺广东呢边度都可以对嘅。劲 啊， 啊系，我话呢个 friend 咧就，嘿，呢啲咁幸运咧，我唔希望沾到啦，唔能够让本来就唔富裕嘅生活雪上加霜，又使多200蚊。啊，啊呢、這个 friend 话系啊，大奖咧要去中心兑啊，啊细其他细额咧喺本市兑就 OK 啦，咁啊 ，OK， 啊呢个 friend 我啊中过1000蚊嘅大奖啊，咁样。劲 啊！喂，睇下我哋好多 friend 都好好运噶，系，唉，呢个 friend 话读乜嘢啊？最后结果咪就系智叔卖楼，喂，与我何干？关我咩事啊？请问啊，真系啊，唉，好咁啊，哇，嗰下老板话冇错啊，中咗一等奖10万，哇，我嗰下嘢咧激动到讲唔出说话，老板问我知唔知喺边度领奖啊？我忐忑地话我唔知啊，咁样，跟住咧老板好好心咁样。讲咗领奖嘅地方俾我，仲叫我呢记得带身份证同银行卡去咁啊。系咁啊。咁呢就咁样啊，我怀住呢俾所有高考考生仲有紧张嘅心情呢，拎住个彩票呢就跑到返屋企。啊，跑返屋企嘅路上呢仲时不时呢拧转头睇下有冇人跟踪我。既刺激无害怕。返到屋企成晚冇瞓啊。第日咧高考都唔去啦，早早真系唔去，系啊，早早坐车就奔向领奖嘅地方啦。本来喺车上咧啊可以瞓阵嘅，但系咧又担心，唉，要夹住张彩票啊嘛吓，唉，点知揸下揸，点知咧坐下坐下劲轰，半路咧嗰部车坏咗，唉，点啊？落车步行，哇，喺嗰、那个司机咧停咗半路，扭扭零零啊，跟住咧嗰阵间又开得咯。但呢就开得唔快。即係心情好急啊咗啊，就觉得佢开得慢啊。因为呢领奖中心呢喺市区嘅。哦，即係譬如话广州广东省就去广州市嚟领咁啊。我唔知係咪啊咁啊。啊，但係呢，唉，佢就整返好之后呢部车又开得唔快啦。50-60公里跑高速啊。平时呢一个钟就可以到个目的地啊。啊，跟住呢就哇迟啊迟咗差唔多1个钟先到目的地，咁啊，啊领完奖返嚟呢我都冇同其他人讲啊，一路隐瞒住。一路隐瞒啊，咁啊，哦，呢、这个唔系个高考嗰晚，佢系话諗返起今年高考嘅第一晚。哦，唔系个当年高考 ,sorry,sorry,sorry, 理解错误理解错误。喂，高考都唔好添，你真系。系啦嘛。
哦，原来呢是今年六月份高考嘅第一晚，唔系你考。七八九每头嗰三日七号晚囉，咁啊咁囉。咁啊第一晚食完饭散步 ,ok, 咁啊唔系高考嗰阵咁啊。哇，呢、這个 friend 话嗰个粗心大意嘅司机嗰条湿滑嘅公路真系驚啊。呢个 friend 话到时会唔会紧张过头出汗捽甩晒啲数字。啲数字自己死上去啦，捽甩捽得甩嘅。犀利犀利。唉，咁啊。跟住呢领完奖返嚟呢，我同身边人都冇讲啊。就转多啲零花钱俾我父母，又跟住呢好似往常咁样返工放工，冇庆祝冇去旅行，就係、是、添置咗一啲呢家具，提高啲呢生活质量。当然啦，我都记得你哋嘅，咁啊我都有上呢个 LoveQ 嘅商城买㗎，咁样啊。嗯哼，讲到呢度呢，我又要感谢双低你哋一次啦。点？因为呢以往听节目呢，我都经常会边听呢边许愿嘅。发财脱单，发财脱单吓。嗯啊，估唔到呢发财呢就真係呢咁靓啊，应验咗啦。而家呢我仲争脱单啦。继续努力加油啦，我相信呢好快呢就会脱单㗎啦。咁啊。犀利犀利啊。好啦，咁啊以上呢我係分享咗一个发财嘅小故事。下边呢我係分享一个同脱单有关系嘅小故事咯。咦、哇，即係发财兼脱单，怀孕科目三都搞掂晒。係啊。五点。係啊。听下先听下先。咩咩攞个十万蚊出嚟都其实都几容易脱单嘅咁。攞嚟洗下啦。唉，咁啊，人生赢家啊，呢、這个 friend 话。嗯。话说呢中咗十万蚊嘅彩票之后嘅一段时间啊，都沉浸喺喜悦当中。唉，一直到依家过三个几月啦，我哋都同你一齐咁开心啊。就係囉。係啦，过咗一个礼拜左右啦，又经过嗰间彩票店啦，哇。又心痕喎。又入去啦。嗯。呢次呢我就好豪横咁样，很豪横啊！咁样同老板讲，老细整一沓一本啊，我要，犀利啊你啊，系啦，哇，成沓买，即系攞本，哦，唔系几张几张啦，系咁啊。于是咧买咗之后咧，就攞住嗰沓嘢喺嗰度咧有滋有味咁样刮啦。呢、這个期间咧有两位美女过嚟搭讪咯。其中一位咧戴帽嘅女仔身材好苗条，个样咧七八分啦。佢好惊讶望住我：你挂咁多啊？俾我帮你挂一张好唔好啊？赢咗奖金同你平分，输咗算你噶啦。喂，同我哋谂一样啊，平分咪要？唉，啊可以话啊，真系啊！呢个 friend 话等满分不管几分，七八分。O K O K， 咁衰啊！哦，有个女生话帮手刮啊，系咁啊，刮到佢要抽水一半，系啊，输咗就当冇嘢，咁啊，嗯，唉、哎，咁啊，我有少少犹豫啊，不过咧都系应承咗，咁啊，啊，佢刮咗冇中，之后咧抽咗张仲冇中，然之后咧咁咧就系佢喃喃自语啦，今晚手气唔好，唔好去打麻雀啦，咁啊。呢、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位靓女都话要帮我挂一张喎、哦、可惜啊、依然都冇中。临、哦、走时候啊我就叮嘱佢哋啦，哇嗱你哋今晚呢唔系几好手气喎，唔好去打麻雀啦咁啊。嗯啊，当时呢我一股脑咁样刮票就諗住要发财。等佢哋走之后呢我感觉好似少啲乜嘢喎，少啲乜嘢呢，少啲咩呢，我諗下諗下。系啊，点解冇同佢哋要联系方式呢？即系原来彩票店都有邓长，咁啱撞到啫系嘛？唉，真系，嗯 ，OK， 唉，点解冇同佢攞联系方式呢？我就系单身啊嘛，嗯，少咗呢样嘢。嗯，呢、這个时候咧，我谂起咗《大话西游》里面啊，周星驰嗰句经典嘅台词：曾经有一个女仔喺我面前，我冇珍惜，嗯，等佢离开之后咧，我先至追悔莫及啊。人生最痛苦嘅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再俾一次机会，再嚟一次机会，我会对嗰两个女仔讲四个字：加我微信。如果问我点解，我希望能同你做朋友。今晚宵夜我嘅。哎呀，嗯，啊，就系，哎，有啲遗憾啦，点解冇留低呢个联络方式呢？啊，系啦，咁啊。咁啊，最后呢我嗰本500蚊嘅刮刮乐呢回本一半啦。
即係蝕咗250蚊，係嘛？嗯，哦，一本嘢要500蚊，要500蚊㗎，哇，都幾即係幾係喎嚇，係啊，不得了啊，我覺得係在此咧奉勸大家一句嚇。有啲嘢呢嗰啲嘢啊好容易令人上瘾。平时呢挂一两张娱乐一下呢就好啦。基本上呢都系为咗做公益㗎嘛吓。我200几就做咗公益啦嗰晚。唉又冇攞到人哋女仔嘅微信㗎嘛即系本来真系其实几好㗎喎。加微信啦下次我哋一起刮啦咁吓。係呀反正你都俾几张去刮㗎嘛。係呀、啊。应该加得到好容易啊。係呀、啊。唉。嗯。点算。后来呢之后个两三晚我都有去嗰间铺头等，希望咧嗰两个女仔咧再次出现，可惜咧最终都冇出现。而家谂翻起 Hugo 嘅缘分学，唉，原来咧缘分真系好奇妙嘅。当佢出现嘅时候咧，我哋一定要狠狠咁样捉住佢，因为咧好容易稍纵即逝，错过咗可能就一世噶啦。嗯啊！你 friend 话系我都得喎，约彩票啊，约一齐去刮刮刮刮刮刮咁啊！以上咧就系我嘅小故事啊，有啲暗沉啊，希望咧大家见谅。在此咧祝两老及各位 friend 身体健康，万事胜意，家庭幸福，和和美美。亦希望咧自己继续发财同脱单，加油啊！加油加油，继续中奖啊！系啊，谂啊。好多 friend 都意气阑珊，唉，广告绝对系广告，唉，喂，100,000蚊刮刮乐你就系广告，咁万一呢个 friend 真系中咗500万咧，双色球你点讲啊？点算？唉，真系啊，系啦，即系无论点样提一提呢个 friend 啊，仲差咗我哋50,000啊。唉，呢个 friend 话真系嗰两个女仔应该系彩票中心请嘅，唉，点会啊？佢都俾两张去刮下啫嘛，有咩着数啫？啊，嗯，啊呢个 friend 我同老婆行街见到有得刮咧，都会去做下公益嘅。O K， 系啦，呢个 friend 就讲我中过最多嘅就200蚊啫。啊，呢个 friend 话500万内部人啦，咁哦，即系可以中500万嘅都系内部人啊。咁咯，点可以打入佢内部咧？下次你成日睇谍战片噶嘛？你打入佢内部系嘛？你俾人唔好讲嘢，我听日挂一挂先。OK OK 咁啊，希望大家都好彩啦。咁啊，好手头上咧又揸住一封嘅 email 啦。今晚哇，读 email 真系正啊！诶、我哋嘅小红书咧有4个人睇过啦。哇、啊，小西西又嚟咗啦，都劲喎、啊。系 啊，完全冇做任何宣传，完全零粉丝、啊。系咯、啊，嗯。OK，、啊、多谢嗰4位 friend 啊，哎、多谢多谢啊，嗯，系咁啊 ，OK， 双低啊，我想问一下，呢封 email 好短嘅啫啊，双低，我想问一下，同男生相处嘅过程中啦，行街睇电影，男生拖住你嘅手，但系咧我哋之间冇确认男女朋友关系嘅、哦，但系咧我感觉咧佢对我应该有好感噶，但系呢个男生咧又冇表白、哦，我应唔应该俾佢拖啊？定系问清楚佢你点谂啊？我哋系咩关系啊？咁样先俾佢拖呢？诶、诶、系啦，都拖咗啦，系嘛？唔系嗱，即系佢同呢个男生相处，但系男生咧又冇同佢表白嘅，冇确认男女朋友关系嘅。但系咧行街同埋睇电影嘅时候咧，个男仔都拖住个女仔手，于、是咧而家我哋个女仔咧就有个疑问啦。喂，咁我哋算系咩关系咧？点先？系啦。啊！我啊 feel 到咧，佢对我有好感嘅，但系咧佢冇表白喎、啊。咁如果我咁俾佢拖，咁系咪真系好蚀底咧？吓、啊，定系问清楚佢，我哋系咩关系？佢确认咗啦，我当你系女朋友，我先俾佢拖咧，系嘛？嗯，嗱、啊，呢个 friend 咁样答嘅，佢话我细路仔都两个啦，我未同我老婆表白过，你巴闭啊！啊啊，系、呢个 friend 话呢啲咪双低嘅招式咯，打死唔表白咁样。喂，其实我觉得女生其实都可以即系当开玩笑咁成真问一问个男生，冇所谓啊。嗯，你成日拖住我手做咩啫？咁比如啊，睇下对方点答你啊嘛。好明显呢个女仔啊，就唔系好似你咁嘅经验噶啦，字佢连呢啲都问，系咪先？咁咪佢问完我哋之后，佢咪有咗呢个经验咯。嗯，佢咪可以咁样讲咯，系嘛？即系如果系呢个女仔可以放得开嘅，我同佢讲1万种方式啦，
系咪先？个男仔拖住你个手，你又翘住佢手，跟住、跟住行过一啲铺头咁啊，一啲贵嘅铺头，跟住咧望住入边个袋，哎呀好靓啊咁啊，系嘛？跟住你拖住佢入去啊，跟住咧就，哎呀，我真系想个男朋友买俾我啊，跟住望住佢。哎呀，咁如果个男仔好识趣咁样入去又买俾你，就证明个男朋友啦，系咪先？呢个时候，或者揈开只手咧，哎，咁你咪知咯，呢条咁嘅友仔真系，哎，搏下懵嘅啫，懵啊纯粹啊。即刻走人啦、啊！呢、這个时候啱啱啊？当然，即系如果呢个女仔系有咁丰富嘅经验嘅，咁啊，梗唔使问我哋啦，啱唔啱啊？一百种方式啊！即系如果俾我啊，真系吓。系啦，咁啊，我哋只能够咧就帮你即系鼓起勇气啦。系，其实直接问佢得噶。嗯，系嘛啦？嗯，系咯，我觉得就直接问佢咯。下次咧，佢即系再拖住你嘅手咧，咁你咧就揾一笪即系唔系咁多人嘅地方啦，比较清静啲嘅地方啦，方便交谈嘅地方。然之后咧，你就对望住佢，佢话你拖我手系咪？我系咪当咗我系你女朋友啊？咁样吓？嗯，系咁样系咯。哇，直接嚟。直接嚟咯，對方俾一個咩答案嚟？係冇錯啦，冇錯啦，你一定要咁噶嘛，係咪？係啦，起碼好似你自己話齋，唔使攞攞亂啦，得個支持啊。係咁啊，呢個 friend 話我表白之後啊，人哋直接同我講話唔好意思啦，我有鍾意嘅人啊。你跟住你咪膝头哥好边度好啊，就顶佢下，顶一嘢啦向上，系咪先？面对面嘅时候，哇，咁咪死人渣系咪先？唉，点算点算点算啊？唉，系啊，呢个 friend 话我同我靓女倾咗五六年啦，从未谋面，平时转红包佢又唔要，佢生日咧转七八千亦都唔要，嗯，唔知佢究竟咩意思咧？你倾咗五六年，人哋都成日唔收你啲嘢。啊，普通朋友咯，当你系啊，啊唔使问噶啦呢件事。系啊，咁样，同埋即系倾咗七八年，嗰、那个倾嘅频率有几高啊？即系一日到黑系咁倾，一日倾几百条啊？定系咧，即系三五日倾一两条啊？呢啲又唔同啊嘛，系咪先？啊，即系所以呢样嘢咧，其实咧咁长嘅时间之下，人哋都唔收嘅话咧，系普通朋友啊。系呢、這个 friend， 我记得你哋以前唔系咁讲嘅喎，咁啊嗱系咁样嘅啊，我同你解释下成个过程啊，即系咧其实我哋咧系唔建议咧先表白，我哋系唔建议咧先表白，喂、哎、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啊咁样，但系咧好明显呢、這个男朋友咧已经咧就已经用肢体语言去代替咗一啲嘢啦，系咁，但系问题个女仔我都要知噶嘛，喂你大佬系咪先？而家呢个世界渣男咁多系咪先？手又照拖系嘛，咩、你又唔讲咁啊？渣男咁多，手又照拖，哇！阿志你真系一讲渣男你就所有嘢都对得上噶，一对得上咁啫系咪先？就住你条细，就住你讲嘅嘢啊，唉，真系咁，所以咧就系咁咯，系咪先？咁你渣男咁多系嘛，手又照拖咁样，唔得噶嘛，我要确认一下噶嘛。所以我觉得点样确认咧？唔好试探，唔好试探，单刀直入。好啦，咁我咧更加容易得到呢个真实答案。系啊，有好多种讲法嘅，直接问。如果唔好意思咧，就同佢讲，就话我妈咪同我讲咧，女仔嘅手啊系男朋友先可以拖，即系除咗父母之外咧，系男朋友先可以拖噶咁样。系啊，系咯，系啊，即系或者系我手啊，除咗我爸爸可以拖之外咧，得个男朋友可以拖噶咁样。系啦。啊，咁啊，所以呢样嘢咧，系啊，其实真系可以直接。系啊，你咁样问佢咧，咁样问佢怕得啦啩，系咪？哇，我真系戥我女以后啲男朋友惨，哇，个老豆咁多桥嘅啫，唉，呢边我心机有冇做啊？有，周六日晚喺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咧，都会有我哋节目嘅升华版嘅。嗯，冇错啦。星期六日晚九点半打开 FM97.4 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就依然咧可以听到我哋一些事同埋一些情嘅，唔系一些事同埋一些事一些情嘅咁啊。嗯，系啊，呢、这个 friend， 唉，但凡当年听二老啊，都不至于单身至此。咁啊，有心唔怕迟嘅，十月都系拜年时，冇所谓啦。系啊，系啊，先、所以呢样嘢 OK 嘅。嗯，系咁啊。这个朋友呢个 f r 就渣男智叔，简称渣叔。咩渣男智叔啊？渣叔好似系另外一个人嚟嘅话。嗯，呢、这个 f r 问阿智叔，我咪睇《好事成双》咩嚟噶？电影系嘛？我唔知道啊。应该电影系嘛？唉，我唔知道啊，我唔知道啊。咪、电视剧嚟噶，人哋知道屋企中意喺屋企睇电视啊。哦，系咩？唔知喎、啊。我真系唔知道、啊，我都唔知道、啊。哦，电视剧啊，真系。
你唔入戏院噶嘛你？电视剧电视剧 ，OK OK， 好睇系嘛？呢个留意下先。快啲睇完《长风道》睇呢个啦。留意下先，留意下先吓。系呢个 friend 咧就话同暧昧对象走过嗰个京紫荆桥嘅时候，佢好似咧要拖我嘅手啦。我咧就匿避开咗，缩埋只手。系啦，我翻去同佢表白，然后咧佢拒绝咗。哎呀，好彩啊！如果唔系真系蚀咗啊，系、嗯、嘛？呢、這个 Ken 话我听咗十几年又唔系单身咁样，咁你系有自己嘅坚持啫，系嘛？唔关我啲事噶，系嘛？嗯啊，呢、這个号系咩时候直播 ？OK， 高文啊，呢、這个号咧就系逢星期一同埋星期三晚嘅九点半咧就会直播嘅，系嘛？嗯，系啦，咁啊，留意你哋嘅而家睇紧嘅直播平台啊，都有直播。冇错啦，咁啊，今晚嘅直播咧就到此结束咯，够钟咯，差唔多。因为我肚唔舒服，啊、真系啊，系、哎、啊，我要去洗手间。OK， 咁、okay, 我周三晚再见啊，我哋星期三晚再见，拜拜，拜拜，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有什么得意成就？若是想听我，乐于跟你回眸。三眼是微秋，请观众快入座，即将进行这个演奏。追忆如共振，谁人没有遗憾？并未尽君可怜，换难过足口忍。十四座那座下，就快归隐，唱着最后余韵。数波波点算每颗星球，多么感激有幸置身这里望满天星宿。这段旅程人来人往，细数着头毛流走，听过几多落泪大笑欢呼拍手，似雕花的岁数永不停留，所得所失怎算起，转转心情人又照旧，了解读下波滚下老友，有乜睇法唔法玩个够，喂喂，我唱着雾雾话寥寥，从未太闪耀。我再唱日日啊夜夜，月薄你一笑啦么？到了我声线，亦折旧了我把这个使命破计欺骗。